我没有规定过，就这样的。哦，新加坡，Ken哦。啊，是。<笑>我没有规定过，我没有规定哦，我没有规定啊。好，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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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探讨，大家都知道了哦。探讨，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简单。真的有生命吗？ 生命就是灵性，我们里面的那个本心、法性，还有灵魂。那我们讲灵魂会比较粗俗，用佛教的话呢，阿赖耶识，把它显化出来。在座的很多有境界的，你的境界不是肉身的行为，肉身不可能有境界。像耶稣有神迹，有什么什么的，保罗给他讲那是上帝的行为。他们是讲上帝，我们是指本心呐、啊，肉身不可能有境界。 像你能挥，能怎么样？有很多境界很高，有的人没有认知的话，以为自己境界很好。你要回归你的灵性，你的阿赖耶识起作用。佛教讲的真如缘起，我老是喜欢套这些宗教名词，就让你有一种熟识感呐、啊。不是用我的名词，我是只用我的体会提供给你，你认为可以，你就显化出来，找出你生命的源头，就是自己吧。 宗教就是找自己，宗就是本来嘛。他教你找自己呀、啊。现在看到我们不能说别人不好，现在看到的是宗教文化啊，讲究艺术，讲究什么什么，哪一个讲实相的？像《华严经》专门讲实相，《华严经》专门讲实相，《大乘佛教》专门讲实相。你常看到观世音菩萨什么，那些都实相，都可以了解出来。所以很多人有境界了，所以要参加和我见面的。 一个条件就是自见其身，不要什么条件，只要你自见其身，你来你才不会浪费时间啊。尤其你从新加坡来，从那里来，那么远你空手回去，我不会让你空手回去。你要什么？我刚才我听马先生讲说要照见祖先要圆光，这个对我很简单，也不是我的功能，那是光啊。但看到天光光、圆光什么那些功能，尤其玄佛光啊。 正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找出你的主线，主要就要靠显化光。人的能力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了，你不能说哦，我境界很好，什么不能这么说？你当然认知不够，你要说哦，你的灵性显化，真如缘起，真如缘起有无限的缘起，无限的缘起。华严经不是有无尽缘起吗？无穷尽的缘起，它缘起来的话，都是超越你的想象，这就是生命。 进入宇宙、人生、时空，一切都是生命的现象。所以理论大家都懂，我尽量避免讲理论。我今天有带四张照片来，两张里面没有看过的，两张新照片没有看过。我要表达，你可以看照片的时候进入法界。你有自证其身，以后进入虚空，以后处理以后，到最后就要回归进入法界。我们讲进入法界，就是。 宗教讲的进天堂啊，极乐世界啦、啊，天国啦、啊，上帝的，就是那叫法界。法的界限都那个领域，精神领域很广，要寻找柏拉图的观念世界，理行那个意思，要进入法界。你现在，我要提供你进入那里，进入法界是可以产生人间净土，或者你人间就没有烦恼，没有苦恼，碰到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哎，人生很短暂，生老病死就是春夏秋冬一样。所以你必须找一个永恒、不生不灭。所以宗教、佛教很好，《心经》告诉你了，不生不灭，在里面达到彼岸，彼岸就是法界，就是实相，要透过实相来表达。实相要透过你的意识，实相与意识为背景。所以刚开始，哎，想就有，想就有，那就进入状况了。然后你想什么，它就配合你什么。 我就产生现象，今天突发忽然间想到，哎，我那里放了两张照片没有用，你们没有看过的，我来展现，先给你看，期待开场白，然后你们要讲什么，尽管讲。新加坡你要说要表达什么，马一龙大家在我来就讲，哎，怕时间不够，不要怕什么，都会给你安排好，我会集体照见，这个都会随机变化，道就本来就是知变化。 不是执着于那个哦，怎么样？我个性怎么样？我怎么样？叫我执，佛教也叫你弃我执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到这自然显露，自然你能顺势。
他展现只有你不要有意见。像天使的话，你喜欢吃苹果，可是他吃那个酸呀，好酸哦，我不喜欢吃，你吃下去反而酸呀比苹果好吃。他选什么你就自然流露，等于自然是顺势，用近视来掌握那些所有现象。天道的流行的，而天道是透过阿赖耶识和法性起作用，然后与你五官意识衔接，然后你能看得到。可是从你灵魂那层面，灵魂是第八意识吧，然后有第七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我们平常胡思乱想啊、幻想啊、理想啊、知识啊、判断啊、分析啊、做梦啊，其实流落到那里。你从六七意识上面接触八意识那里切掉，你就看不到了。所以证明说是灵魂的作为，灵魂又简称为灵性，灵魂本身没有作用，它全部是染饰，胡思乱想什么，有时候它播给你，如果它接近你法性的话就清净式，所以有染净二世就这样成立的，有干净的是污染的事，污染是胡思乱想啊、悲观啊、消极啊，有时候想自杀，有时候人生觉得无希望啊，那个叫染智。如果接触光明面，有实相就可以去除所有的烦恼和痛苦了。佛神是不是理论，这是很多人已经站立出来的，我自己也体会到，我从小时候八岁体会，我也不懂，什么都不懂，我现在能和你这样让你实现，就因为体会了六十几年了，我现在七十几岁了呢。天天看到三十九岁没情况才开始去研究去探讨呢。也不是想怎么当大师当学者当专家，我不是，我是想我怎么这样。后来找到生命的源头，就进入法界，现在能自证精神就能进入法界，没有进入法界你怎么向外行道都会一场空啊。以前你寻到那个心是很可贵，那是向外，向外只是拜拜哦，拜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也对哦，阿弥陀佛以前叫无量光哦，希望你能遇到光哦，能拜到的话，阿弥陀佛放出光的话，放一大片光明，经典都有记载哦，里面都有文章嘛，放出光明，放在人的头上形成圆光的话，不一定头上，放在他们讲菩萨头上或佛陀的头上。有缘的人看到那个圆光的话，立即解脱，每个人都得解脱。佛陀告诉韦提修人这么说啊，净土经这样讲的，做参考，他讲的没有错，都是真理。无意中我也没有看过，就实现出来，就这样啊。所以看到圆光就能即得解脱，皆得者都全部能看到的，就是看不到。现在不是看到，现在你要自己有圆光。是我们碰到的大日，就因为它一丝光遇到这个光，你才能这样。所以一切光的功能遇到了，你的灵性才能起作用，起作用你才能看得到。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能有圆光以后，要靠这个天光光、玄武光，还有大日，甚至于大日照明镜都可以照出来。在照的时候，比如你很多人都碰到照见祖先，你不要讲几个。玄武观直接可以把你找出来，名字都把你打出来。有一个打给阿宙，不懂名字，玄武观先把他找出来。我不知道他不懂他阿宙的名字，回去问他爸爸说，就这个名字，他现在赶快跑过来了，向我谢谢，我不用谢，这个应该的。因为找出你的姓名，你不用讲，你不用讲说啊，他是我阿宙，阿公爸爸是谁，往生了等等，直接把你找出来。刚开始哦，孤魂野鬼哦，不是每个人都是。拜信净土宗就当神了，就进去直接是这没有哦，所以自然就不好看，孤魂野鬼的样子。然后光啊，瞬间在秒数的时间就把你美化，让你看得很好看。不然你去了，如果没有给你美化，你会悲伤，会哭泣，境界就断灭，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说他放光看到圆光的话，经典是这么说。有缘者皆得解脱，解脱等于出离了，等于进入法界了，超越生死啊，就是解脱。有缘观，有缘不是说你和我见面有缘，不是人不那个。我们通常习惯性哦，按物缘来修行啊，相见哦，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样有缘，有缘就有缘起你的真如啊，你的本性啊，有缘起自信啊，有缘起的你就能看得到。现在你能看得到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眼光，所以要以见到为主，不是说啊有了你有了啊，就讲了空洞虚幻，这个不要当场证明有灵魂有眼光，这样叫亲证，有亲证就科学了嘛，生命的科学了。你学生命科学，你知道探讨，而生命科学啊，以前是文化，没有证明，只是盲目崇拜哦。可是拜阿弥陀佛是对的，他拜光，希望你能遇到光，就是拜不到啊。现在大日也是光，他找你呢，不管他什么光，不让他们连在一起。我们不是汉人啊，穿朝互惠要。以别人的气质来衬托什么？我不要，我就是这样，就是可以这样，都符合经典，经典能实现的，这个都可以实现，你都可以实现。释迦牟尼讲啊，众生都可以成啊，成道啊，哪一个不成成？只是被你局限哦，规定一大堆什么局限的，变成奴性的文化，奴性的宗教。宗教本来是自由自在哦，随心所欲，展现出你生命完整的系列，展现进入时空，活在宇宙中，永远不要再生老病死了，就这个意思而已。我先讲太多，这个你们都懂了。我先有几张照片把它展现一下，照片拿着，那让你们自己先演一下现场。你们看那个书的照片，可以这样演，到最后进入法界。你们这种程度今天来一定可以做得到，哎，事实上可以，就这一张好了，好，先这一张。这张你们没有看过，没有嘛？没有看过，从来没有能够，没有看过哈、哦。这张，比如说现在它很小的样子嘛，小小的在虚空中，没有灯光的时候，黄昏，哦，这个是黄昏景象。现在我不是在展现照片哦，我让你也能够，我在那个理论上这样讲，静态可以变动态。能量物质化，这个是静态的，思想想象想就有，都可以动态化，都可以现实化，叫做实相生活化。实相可以变生活的，要不然怎么会有苹果，怎么会有肉梨，怎么有什么变真的就在眼前可以吃啊？这听起来啊，不是人在讲的啦，不然谁在讲？不是鬼在讲啊？像这样，哎，他就这样很自然，这个是以前遭到说书中没有的啦。现在你看它开始动起来了，动起来它向右转，现在你看它的侧面，能看到的就是自见其身的人才能看得到，你看到没有？向右转，它向右转了，活动了，是吧？然后走路，像我们一般走路在走，那个脚有没有在虚空中动？有没有在动？然后走走走走，现在是黄昏，黄昏，走走走走走了，一直走走了，他一直走，你有看到吗？哦，看到说，哎，走到开始黎明了，天亮了，时间把它缩短，马上天亮，马上风和日丽，山河大地都出现了，你看到吗？哦，那你真的很好、哦。山河大地就像我讲的，它随着我声音出现，景物、河流、大草原、山河大地都出现了。它也一样站在虚空，它也是停在那里望着虚空大地。是这个意思，从黑暗走到黎明，可以哦。然后变又回来，回来这里原位，回到原位了。这个是用走的，哎，可以用灰的，省掉时间，因为这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用灰的过去，黎明又出现。刚讲那个镜头，黎明出现，用灰的过去，那个、镜头走了过去的话，像滑手机那个画面一直滑。这个画面一直动，动到黎明出现，这个是和滑手机一样，而且用灰的，那速度更快了。就这样，比如说他现在马上回到你，现在纽约是晚上，哎，在虚空中，你看回到纽约，马上，这些来的都不错，让我比较好表达。所以为什么要规定人一定要自证其身？我说你坐在那里，因为索然无味，回到这里来站好了，站好。你现在去站好山啊，像这个山也使它亮起来，真的山绿色的都起来了，晕了起来。现在黄昏变白天了、啊，就这个意思。
黄昏变白天，你变得过来吗？可以哈、哦，黄昏变白天了。来，稍微身体大一点，他走下来了，走下来了，就是你那个前身分身，这样有没有走下来？走下来嘛，站在前面，站在我后面好了，站在现在虚空好了，你有看到啊，小姐，看到虚空好了，一样，暂时用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哎，这个动作站在虚空，我是表达这个静态变成动态的时候，分身就在这里，天空、虚空哪里都可以，我可以，你也可以，你要记住这句话，因为我是凡人。你有真如缘起了，你有自证其身了，你就可以。这个就是前身分身，就是你平常照相那一张前身分身。他这里这个手头，你去领回那一张可以大的那一张，也是书中没有的啊。两张压着，你看他这个距离有距离，一旁他这里没有，不一样，可是姿势一样，可是他随时变换姿势，你可以当然看他。手举起来，左手，右看也左手也举，都可以静态变动态的，照片也变真的，活生生的。然后这个、啊、也可以进入来，那个哪来？这一张你看过的，那一张那一张那一张。一林哥，来进来进来。这张你看过，你看它可以进入颐和园的长廊。颐和园啊，大陆景色，颐和园的长廊，穿越墙壁，我把这个长廊写得更清楚，像真的那样很清楚，现在马上变活生生的建筑物，穿进墙壁，这个分身就是这个分身一样，它进，也就是颐和园，可以进到纽约，也可以进到时空，也可以进入法界，生命永恒，这个是我三十多岁时造的黑头娃、啊。可是三十几年他还是在这里活跃，他能三十几年了，快四十年了，也能四百年四千年都可以，这是生命的永恒，也是灵魂的永生，那个意思不是理论，是真的把它实践。现在哪一个程度最好，你可以看到把它变成自己，哪一个我这个分身也变成自己，你也可以变成自己吗？哦，变成你自己哈、哦、，OK。我的分身变成你自己，你变这个好了，变成你自己在这里，这个变成你自己，然后飞出来站在虚空。你是新加坡的吗？你现在站在虚空有没有现在的服装？现在给你加荧光了。你现在有荧光了，站在虚空。啊，有、哦、有。你只要你只要是现在的虚空，台湾的现在是台湾的虚空哦。嗯。有去万里无云哦，有，你看你站在那里，有很清楚嘛，有很清楚，就直接看过去，有可以，墙壁房子无所谓，直接看过去，直接看过去叫超越物质，这个本身的特性就是超越，解脱就是超越，超越物质，有无所障碍，现在直接透明看到虚空，有，你站在那里，活生生就是你，呀，感恩本尊，对。而且你后面已经有阳光了啊，有脚底下踩一条金龙，有看到观世音菩萨那个镜头，有金龙，金龙活生生的，有这个踩了金龙，很清楚，很长，有阳光，有脚的配备，有就在有感恩本尊，这样你要召见祖先吗？要哦，来你换成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嘛，啊对。第一次见面吗？对对对，你不用讲名字了，我可以把我先照见你家人了。家人哈哈。哦，你家人现在你站在西宫。对，你家人坐在你旁边，现在的家人。家人哈，有。再生的，有都站着。为什么站在西宫？他给你传过来。哦、另外，有感。你家人，你我都不知道名字。呀。他名字都用雕刻的把你打出来。有。很快，每个人名字就这样。有感恩本尊。确定吗？有主吗？就这个，有名字都一样吗？有立体的，对，有哦，楷书，有唐朝用的字体，很端正工整，有啊，它是刻在那个金龙那个的那个金龙旁边打字，给你打字，对哦 ，OK， 然后这个镜头啊，你家人啊，还有这个
匾额啊，这木盒雕刻很端庄，雕刻这些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嘛，都安排得很好。对，位置我没有讲出来。对，放在你新加坡门口。有有。你新加坡门口出现。有有有。你新加坡门口有一个门嘛？对对对。有欧巴，你都知道吗？对对。看得很清楚吗？对对，会很清楚。尤其你的名字打在门上。有有。那门是门是。凹进去的那个名字凹进去，这个是凸出来雕刻出来，这个是无所不了了，无所不能做的了，是这个意思。门把你也看得很清楚，回去要经过这个门嘛。对，我们暂时来研究这个门，这个门你看到有没有欧把？有有有欧把吗？有有。你现在用你思想的手，对，去摸那个欧把。有摸到了，摸到了，摸到了。你看，转开门打开了。对，有有有。那个思想叫文殊师弟。文殊师弟是这个意思。对，感恩本尊。对，你确实体会到哈。有会。文殊师弟。有有。就这个意思。呀。觉得思想的时候，我们人不能到达，用昏身过去，就是你的昏身，你马上昏身过去。啊。那个。那一个昏身，你在那里的自证经验，为什么又有一个昏身？昏身可以两个、三个、五个，它应你需要而变化，所以你又昏一个昏身，手把它拉过来了。你浑身还在你体内，那你只是昏走出去，握你家的握把，有有，版本就握到握把以后，整个门都拉到你前面来了。有有。现在整个门摆在你前面。有有。你的门没有了，挖一个洞，你有看到吗？有有，可以听。现在这个门就在你面前，你刚才握把就在你面前，有，给他摸都有质感。有有，感觉。你看这样。这是实相，实体化，能量物质化，不是想象，是直接射受照明，要靠光的照见照明，然后你的法性起作用相应，才能构成这个现象。所以你现在有缘光，能照到你家人的，再来照你的，你家人这个全部消失，回到你家人都消失，然后你新加坡的房子门口保留门也回去了，装好。感恩本尊，刚好。然后你的祖先往生的，你家里有往生供，不管谁不管，几个你心里有数吗 ？OK， 明白明白。几个心里有数吗？有。往生者全部出现在你家门口。有有。还有时候他会出现你一个没有想到的，比如说你舅舅、你亲戚或你朋友，有时候和你有关的会跑出来。好好。因为这个光放出去，他会把你照出来。有时候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下水饺，这样下水饺啊，因为有造家族，造一族，造二族，造三族。通常我们不认识到一族嘛，通常家族为重嘛。那你现在往生者都是你认识的多了，都是认识的嘛。阿公阿嬷这个嘛，对对。还有，不过最重要是说，我今天是说，因为我一个儿子，他32岁，他车祸往生。现在有没有出现？有有，出现了，出现了。对啊，对，我家门口，在门口就是这个嘛。对对，就你往生的，你家人，不管你父母，不管啊，对，就是你要的，还有你没有注意到的，没有想到，站在你家门口。有有，名字，全部的名字给你打出来，名字打，姓名一起打，打出来有有，全部都一样，他一下子就知道你名字。好好，感恩本尊。有有有有，谢谢。有都清楚了哈。对，往生者已经召见了。然后呢，要投入光中，你往新加坡的虚空看，超过你那个赌城山座的那赌城那个山，就在那山方，有赌城的三座大楼嘛，那顶上那里，有看到吗？大日啊，大日平面的，我们这个大日，你挂了这个牌子的大日，有没有？有有，它平面的摆在那里，很大，在那里转，有。然后投入光中，它会放出那个彩虹光下来，下来然后你的往生者全部，好像飞都飞上去了。有光很纯。然后飞上去以后就进入法界了。好。法界里面非常漂亮，都是七宝构成的，无量无边的广大。那等上去以后你就知道，如果再演一直演也演不了，就一样照片我的法界照到他也去这样，滑手机这样一直看，他会一直走，里面无限的广大。你只是看到一个像我们照相照到一个点而已，然后它继续可以走啊。那你在你围的地方照一个像，在你
门口照个相，可是他整个里面没有照到啊，你一直滑，他整个你微微跑出来，你这样看得很清楚，就完成了。好，完成，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哦、完成了哈，好好。好这样，我是想跟本尊简单的上一下。对对，我就是说我学本尊道有大概四年啦，那么要靠就是我很有这个金刚心，那么我法身就告诉我嘞，你的手机还没拿，就在我的法身告诉你 我法身告诉我，法身用什么方式告诉你？是用声音还是直接用面对面讲话？无声之声，他告诉我你的手机还没拿，声音嘛，就是无声之声嘛，无声之声、哦，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这个无声。现在你的法身站在旁边。他对你讲，你的手机没有拿，会感觉到有真正的人对你讲这个，他比较正确、啊。对，而且和人对话、和法身对话才是境界比较高。哦、无声之声是灵魂的声音，灵魂先通知你，这个不是法身，法身要亲自出面告诉你。哦、好，感恩本尊。所以你要法身他说很疼你，那告诉你手机没有拿，也注意到你的种种啊。对对，会你注意到法身，真正法身，他就注意到你种种，包括你生命的永恒为重点。对，再生之人经常体会那无限的，让你超越你师资和经验的，会呈现出来。对对，感恩本尊，让你生命很丰富。感恩本尊，谢谢大家。哦，我可以恭喜你往生者召见了。好，带这一条金龙回去。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谢谢。还有谁要讲？可以自由讲。哎哎哎！感恩本尊，嘿嘿，我今天要赞誉，就是我四年前偶然就加入大日中哦，就是上了第一堂课就学到带动，回到家就去带动已经过世44年的父亲啊、哦，当天晚上就看到。胰脏癌过世44年的父亲哦，竟然活着像好人一样背着我爬楼梯，那我就很兴奋，就去告诉我母亲。我母亲说我做白日梦，她说你父亲已经过世44年，怎么可能？而且我44年中间看到我父亲是，我每天看到他都是病容，都是他胰脏癌过世那个病容，就是学会在这边学会这个用圆光，我帮父亲安圆光之后，我父亲竟然像活起来一样，这是第一件事情，感恩本尊哈、哦。第二件事情是我母亲去年往生，在我父亲过世48年，往生的前一天，早上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全身分身啊，全身啊，站在我的床头，哈、哦，穿着黑西装，但是他的脸呢，没有我第一次帮他安圆光那么好看。那张脸好像是在土里面埋了很久出来了，穿了个黑西装、哦、那我就很担心，我就一推我那父亲竟然是有血有肉的，手心是发烫的，我就一下就下起来。有人说是不是你太想你父亲，我说我没有，我说我很担心我父亲来要把我母亲带走，结果母亲第二天呢就是早上5点钟就走了。好，这是的第二点，我要请问一下本尊，我这个怎么回事情？你说你是在睡觉看到你父亲好像？我是天亮，我觉得我没有睡觉、哦、你是清醒的时候看到你父亲？对，清醒，可是看到你父亲长得好像全身就全身的脸表情不大好那种感觉、他的脸就是说脸，我这样表达出来你看到的是这个、嗯、完全这个一样，嗯，是不是这样？对，这样我就看到就比较快，形容比较慢，就这个你看到那个就好像，嗯，对，脸色好像就很凝重。对，隔天你母亲就往生了。对，就这个意思。对、哦、你看到了。 对， 对，而且摸到是由我吓醒的。吓醒那你等于睡觉了啊。对，我觉得我是没有睡，我觉得已经快天亮了、哦、就醒来的吓了，就你摸到他的手一样有是烫的，烫的，然后身上是我再给你摸，你摸摸看，再重复。对啊，他现在让你握，让你摸，就是有温度，就现在这样，我给你重播，我可以重播。对，不管你做梦或什么什么什么，或以前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你重播现场。对，这个是特色。啊，那你摸你父亲就这样。对，就这个嘛，没错。然后呢，母亲隔天就走了。对，同样差不多时间，我母亲就那个时间又走了。那通知你说你母亲要走了。对，
医院就通知我母亲，就是、那你就这个现象，你把它当做一种现象，一种现象，没有什么理由啊，你爸爸回来没有害你就好啊，哦，没有骂你两句就好、啊。对，然后他们就说我是看到我父亲的分身啊，才会有血有肉，有体温，是这个样。不是。你现在这所看的父亲，法身不是父亲，这个是你本体变的。我本体变的。你刚才看的是这个分身，你说你认为是你爸爸的分身，我爸爸的还没有法身。你爸爸法身不是这个意思。你爸爸的肉身是这样吗？你想念爸爸，你也看过爸爸，往生的爸爸48年哈、哦，然后你时常想念，因为你境界很好，所以时常可以看到。现在你看到就是这个，来带说你妈妈怎么样？那隔天不好看的那个嘛，没错，刚才给你握手这个了，对，就这个嘛。对，现在变你穿粉红色衣服，变成你的样子变的。哦，我父亲的样子变我的样子。变你的样子，嗯，变过来，你的父亲没有了，嗯，这表示你本体变给你干，本体通知你的，不是你父亲来通知你。哦，那懂我意思啊、哦？哦，你要答案是这样啊？对，但是我当时是认为我母亲。你认为是五官意识啊？哦哦哦！我刚才讲说不要用五官意识，这个是灵性的行为，光都了解。哦，这个也不是我知道，光它是给你照出来啊，给你得到答案，这个比较正确。好，感恩本尊。所以这个不是你父亲，很难看来这样，你握手还有温度。哦，你看变成你的样子，嗯，也是像这样。像你现在的服装啊，长得一样，也是打扮都一样，然后走过来像你父亲的样子这样握你的手，一样有温度啊。有，他还可以叫你的名字。是啊，是叫你的名字，有啊、哦，所以这是你的本体的识辨。哦，这个是很高的，对你来讲是高境界。是，这个不是说不好。哦，嗯，有时候不知道这种现象，天不行为，本体的行为我们不了解啊。有时候用自己的判断在那里判断啊，哦，那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你自己，不是你爸爸回来了。好，好，谢谢。我们这些美国来的还没有见过，我都看到自己耶，怎么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你尽管讲什么？我的家人哈，在台湾过世，都从大陆过来。我的父母哈，还有我的外婆、我的舅舅都在台湾过世，是否可以请？就你要。召见这些往生的，对对对对，召见都是从大陆过来的，然后都在台湾过、嗯。这四个是从大陆来的吗？对对对，四个大陆，他家乡就是在大陆吗？对，都是在家。我照他的老家，虽然现在没有，我照你刚才讲你大姐的家啊，去过吗？我大姐的家去过。哦，你大姐的家出现，嗯，在大陆，对，什么神他都把你抱出来，嗯，上海，上海嘛，你大姐的家。嗯，没错哦，你有印象哦。嗯，然后往生者他从大陆去的嘛。嗯，你所要召见的人都出现，直接看。嗯，就这几个嘛，清楚吗？还有不认识的，你没有想到的，他也跑出来了两个。好，他也跑出两个了。有有。你刚才没有想到的，有，现在跑出两个了，也是和你有关系、哦。是、嗯，有那个亲戚关系或朋友都不一定。是，有、哦、有有。要留你爸爸妈妈，嗯，我以你爸爸妈妈为主，是把他们的名字打出来，是你爸爸妈妈的名字一起出来，名字有就这个嘛，对，就这个哈、哦，是是、嗯，名字样子都一样，就表示没问题，是那后面不用说，都已经照得出来，是、哦、是，然后眼光出现，是每一个都有眼光，尤其你爸爸妈妈都有眼光，是 有，然后。现落光出现，那叫现落光，现落光穿梭宇宙时空，就靠这个，他要把你接引到大日那边，也是进入虚空都要靠现落光。嗯，你看现落光七彩的转的，直接把你上上去，有有有，上上去是往天空去了，是哦，那这个哦完美，很完美，要亲眼看到为主啦，不是讲的啦，有要你家属亲眼看到。嗯、哦，那就没问题。是，眼光都有了。嗯，谢谢谢谢、嗯，感恩本尊，哦、谢谢。哎、哦哦嗯，我有点战役哈。在一个晚上，当我要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就跟
自己法身说，我们出游吧，很久没有出游。你有看过你自己的法身吗？有看过。我看过。那么眼睛一闭，好像一只鱼一样，马上带我出去走了。哦，在天空中一直转，一直转，还有眉心放光，一直照住整个山河。你的法身就是你的自见其身啊，怎么带你一起走？我躺在那边，我就奇怪这个哈，我就意识，你的意识你跟着他走啊，你肉身还躺着啊。我意识跟他在走。我意识来，意识什么？你的法身已经出现了，要带你去遨游了，有了意识旅游、你去过的地方两边都是山，我、两边都在那个山这样一直转，一直我都很清楚就对了、很清楚。重播，重播，现在还是在游。我给你重播。好、现在你假设你在睡觉，假设你现在还是清醒，你的法身出现带你出去了，是那个山在那里巡，在那里巡回，是、很清楚。Yeah, 对，你的镜头就这样。对，回来了，回来了，标准处理，这样处理，这个是标准处理。哦，谢谢，谢谢，谢谢，可能。那么还有就是啊，一个如来明慧，如来明慧，如来明慧也是道的范围。哦，饮食，如来明慧属于男女。如来明慧现在有偶像，偶像啊，比如说针对那个孤独鳏寡孤今者啊，孤独的啊，就孤独啊，孤伴没有伴侣的。好、我是有伴侣了，但是有伴侣这个也没关系啊，有伴侣这个里面没有仇恨嫉妒什么。如果你有伴侣，你的伴侣也随时跟着你游，他不会让你独游，你放心，他马上分配。你的太太也会有，这个是属于道德范围，不要把它如来明慧是饮食。那你因为大道就是引用释迦牟尼佛讲的宇宙人生的实相，你看到的都是实相，人生包括一切，人生包括饮食男女等等等等，这些实相就是要你超越生死。有一天100岁会死，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都会生病，都会什么？再生之人，你先享有这些实相，这是百岁以后的日子，就这个实相生活，法界生活。你现在先有也没有不对啊。哦，所以你要如来明慧就如来明慧，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来明慧要有一个偶像。你平常欣赏啊，像电影明星啊，新加坡没有了，没有电影明星了。你的偶像就好了。你偶像有确定的偶像吗？有吗？有。有一个目标说偶像，你平常哦，我好欣赏这个人。像有的人欣赏马一龙那样，我欣赏。你的偶像出来了。啊？我的偶像。不是，出现。出现了。就这个嘛。Yeah, 是啊。最后一次你看过他，你是认识的还是没有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最后一次你有看过他穿什么衣服吗？有。最后一次。Yeah. 我播你最后一次看到的他。出现。Yeah, 有啊。就是他最后一次出现的衣服。就是这个了。你知道他名字吗？知道。他的名字打出来在旁边。用浆围着他。啊，有。他的名字这样啊。啊。有吧，有。他走过来。他走过来旁边的。嗯。然后他拍你一下手，你有感觉吗？拍你在这里。因为他到我的脸了。他拍你的脸了、哦。嗯哼。干脆吻你的脸好了。有没有？有啊。他手给你牵，看有没有这样。哦，好好。他的手伸过去。和你握手，有了哈，你主动这样，就这个动作有出来，能这样再来，能照你的意思这样，那后面都是照你的意思的。哦，好，好不好？好，要清楚，第一要清楚。哦，谢谢，那 OK， 谢谢。因为本尊，我上个月去拿那张卡哦，看到你呀、张哥也看到啊，看到你咯，分身呐、啊，分身的，看到分身啊。我大概跟我妈妈赞一下咯，她的生活里刚开始是有两个小孩子跟着她，刚开始她也不知道是谁，一直讲你们不要跟着我，你们跟着我干嘛？
然后那个两个小孩子跟他讲说，我们是来保护你的。哦，那两个小孩是他分身变的。哦，来过的话就跟他一起生活。哦，就无形的就对了。对对对，是悟空在空中，他出来跟我讲话的。孙悟空跟我讲话。啊，跟我讲话。天上每天都看到我。他在天上每天看到你。啊，每天都看到我。那你是以前看过《西游记》是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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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有孙悟空这个人啊，我是在那个座头啊，跟他座头。好了，我跟你讲，你现在的孙悟空，我在重播，是不是这个孙悟空在天空？啊，现在你看到出现了啊，不在了哈。这个孙悟空你看到了啊？看到了。他也是有框在这个吧，猴子一样吗？啊，对对对。他也是金光棒吗？啊，有。也有金光棒吗？有。他有毛吗？没有毛，没有。没有吗？就孙悟空的样子啊，服装这样，按演戏的那样啊，穿得很美。那你那天看到的分身，孙悟空变成那个分身的哦，孙悟空看到没有？有啊，变过来了。哎，你也很快就变过来，反应很快。那个孙悟空是分身变的哦，他分身变。我的分身什么都会变，他会变一只蚂蚁在你旁边。是啊，有时候会告诉我，哦，马一龙说我坏话。他每天都看到我。哦，马一龙，我给他讲说，不知道谁给我电过，怎么？他每天都看到我。哦，他讲我在天上，啊。那我分身每天陪伴你就对了啊。哦，是这样的。哦，是这样。孙悟空是我的分身变的。哦，分身。孙悟空现在在这里，你也看得到。有啊有啊。就这个嘛。啊。跟现在我完全一样，穿这样服装。嗯，有有。有啊有啊有啊，那变成我站在那边了。嗯，你妈妈程度也很好嘞。哎哎，这样你没有问题，你可以进入法界。进入法界的进入永恒，永恒就不会再转世了，不会再什么轮回，这些实行宗教的那种用科学的证明把它证明出来了。不是宗教只说哦，信耶稣得永生了，不要轮回哦。佛教一直讲哦，要超脱轮回，那个都是你没有实现等于空话，做参考，但是他们讲真的，可是没有人实现啊。你现在可以实现了，可以实现，你都可以变出来嘛。然后你自己的分身也可以，你现在你要穿这样的服装，披这样的，啊，站在这里，有有啊，这样你啊都可以变，可以变，对，都变，变来变去都可以变，然后回到你身上都你都有感觉，它回到你身上。嗯，还有两个小孩呢？啊，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子啊，两个小孩子出来出现这两个嘛？哦，有啊有啊，你是跟着我来咯，跟着你呢，就这两个，我有跟他讲啊，这两个也是分身变的啊，出现。变成分身了，嗯，都是他变的，他变到有人照顾你，还不错。对啊，有时很坏，有时我画的，我画的啊，我无所不画啊，有时候画坏人，有时候画好的呢，有时很怪，都是我画的，哎哎，只是画的人不知道，哎哎哎，我会画动物，画什么会变化，嗯，只是我没有去做，我一个重点不会去做坏事，不会害人的，不会不会，有时很帮我嘞。你认识我，分身就让你永生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这次来不错啊。好 ，OK。好，来。恭请本尊请上。我没有，你站着还可以。等一下，我想坐再坐。感恩本尊，感恩本尊分身，感恩法身。嗯，我是铃木贵子，我住日本横滨，中文名字是叶桂珍。就是现在我在孝博社长的公司上班。我在孝博上面上班。对。然后在我要回来的前两天呢，孝博社长说，您这次要回去见本尊，你可能没有东西可以赞誉，我来带动你一下。很高兴我能够见到孝博，孝博社长，孝博就要给你带动，对，带动我。他说这一切都是本尊分身的功能，光的功能。他带动对你有没有效果？我看到圆光，看到两颗大日。分身呢？分身我都还没有。我没有，他没有带动分身啊。对，对，能看到光。对，圆光啊。圆光就是在那个孝博社长后面很亮的一个圆光，在他后面，哦，然后两颗大日比较淡，比较淡，哦，就看得到。对，哎呦，就这样而已。对，就这样。那你现在有何求啊？我请本尊帮我安圆光，还有照见。可是你没有看到自己啊？哎。看到自己是互动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想，你现在想想看，想你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比如说你日本家的门口，可以
可以哦，哦，可以，可以吗？可以。现在的服装在你日本家的门口，有，有啊，有，确定了、哦、有，清楚吗？不是很清楚，就是大，你如果十分来讲，大概八分，五分了、哦，五分，五分吗？嗨，五分了、哦，嗯，好，现在再加五分看看，你们直接看过去清楚吗？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哦，加五分下去。来，现在不看你，看孝伯，孝伯站在你家门口，清楚吗？有样子出来。我样子、嗯，看你比较清楚啊。嗯，对。看你就好。好。看你的爸爸呢？有。你爸爸比较清楚吗？可以。啊，妈妈呢？妈妈，可以。都可以哦。嗯。妈妈清楚还是你比较清楚？我比较清楚。哦，好，你爸爸妈妈暂退。好，你清楚。嗨，你清楚了，清楚。你刚才有介绍名字，我忘了，你名字打出来。哎，名字打出来，你的名字看得清楚吗？有。雕刻的呢？雕刻的。对，你的名字嘛。OK。那、啊、你说要眼光嘛？对。你现在在看，你有眼光了，比孝伯那一个还清楚，有眼光了啊、哦！有。哦，有，这样你有眼光。好，感恩。这样也是眼光。好，感恩本尊。好、嗯。然后告见父母跟先生，因为他们已经往生了啊、哦。对。难怪刚才说不清楚。我想奇怪，怪怪怪的，不知道，我以为是再生了啊。嗯哦、你暂退，你三个都往生嘛、哦、对，三个出现你刚才的位置，三个都出现，这时候清楚了，比刚才清楚了、嗯、一样、嗯、和你看你一样的，三个都清楚了，三个的名字都出来，嗯，有，嗯，对哈、哦，嗯，没错啊、哦，没有错，名字没有错，那个样子没有错，这样就没问题。好，感恩也是给你眼光，给他眼光，可以哦。哦，有啊、哦。好，感恩本尊也是照见的。好，我、嗯哦、已经先讲去我啊，等等，我把它起来的。感恩本尊，感恩本尊。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来跟你相见，哦、很开心哦。我是希望。你可以跟我按眼光，而且呢，也跟我太太跟三个孩子。按眼光的条件就是要自己看到自己哦。有，我可以看到自己，马上，马上可以看到、哦，看到自己，很清楚。我这个只是给你切哭一下而已，可以确认一下。哦，有的人自己看到，我来讲，你看到吗？哦，这样算数，我才能，这暹罗光这些才能帮我做这些。好，一切的境界都是暹罗光。天光光大日他们的行为不是我，是你现在看到自己了吗？看到自己。你现在看到你自己很清楚吗？清楚。好、哦，站在那个喜马拉雅山最顶峰，有喜马拉雅山半座都出来，很高山，还下雪，有。然后你站在那个高峰上，就穿西装，下雪没有影响，你就站在那边呼吸。望天空这样呼吸，有很高的啊，啊，哦，那氧气也不足啊，下面都是雪啊，下雪，对，看得出来吗？下雪，对，哦，就是你了，你可以随时看得到，随着我声音，这样最标准，是，看你，有了哈、哦，对，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进入你身体那个感觉要说出来，哎，你有看他回来了。回来，回来，进入你身体了，他背向你进入了。OK， 有可以吗？有没有就讲没有，这样处理有处理对。回来以后，这样你就有眼光了。谢谢。你直接看，后面没有眼睛啊，直接看后面就有眼光了。感恩本尊，感恩有吗？有什么颜色？彩虹色。彩虹色哈、哦，粉红色。粉红啊。粉红色了、啊。眼光是 哦, 哦，对，
粉红色哈、哦，哦哦，很好很好，那、哦、很快啊、哦。还有呢？还有呢，我就是希望跟我的太太跟三个孩子按阳光。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再生的呢？再生的。再生的不适合按阳光，要当场按才按得到。往生的才适合按阳光，往生的在虚空飘游，本来是孤魂野鬼，现在有化身的，就不是孤魂野鬼了。很多都是孤魂野鬼啊。对。没有说拜拜就他就当神没有的啦、啊。对。哦那三个小孩，那个是先把他的法身自证其身叫过来。你三个小孩出现在你这边，有你三个小孩，三个小孩吗？清楚吗？清楚。名字都打出来，有正确吗？这样他有法身，他自己不知道。有一天他会自己说：“哎，爸爸，我怎么看到自己？”这个时候他已经显化了，显化这个是生命开始展现了，不会有副作用，也不会有任何。害处，这个就是生命的路线。只是在光的照明之下，你能永恒之路，不透过修，只是因为你遇到了光，才能够这样。没有遇到光，很难再修，怎么修也修不成啊。还能本尊、嗯，修得成也是有限呐、啊。嗯，顶多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人生小部分而已、哦。所以你小孩这样也可以，嗯，你小孩不必照人光。他回到他身体里面的、嗯、就有那个了。太太也是、嗯、可以啊、嗯、啊，还有另外就是我的这个祖先跟他们放光。你母亲怎样？祖先，我的祖先，嗯，跟我的岳母岳父跟我的二妈。你都认识吗？认识的。哦，你的往生的祖先啊，往生的长辈啦。啊，长辈啊，是已经去世了，对，一样在你家门口好了，你比较熟悉啊。嗯，你家门口出现有，你家门口即使没有空地，它也会变成空地出来。对，可以往生的出现了，有就这几个，四个啊、哦，四个一样，四个名字都出来，有、哦、对啊，哦，好了，好了。一样有阳光，有，可以了啊、哦。嗯，哦，好哦。最后很重要的就是我本身的身体，最近不好，生病两年多了，我得了癌症。癌症啊？哎，对。我是从来没有给人家医病，因为我不是医生啊。我是这三十多年出来，就听到很多人无医而治了、啊。是。听到很多个，我只能说我不是医生。现在是你能自证其身的，找自证其身。我先依你的永恒呐、啊，好，自证其身呐、啊，好，先找你的自证其身。好，有时候会奇迹的、啊，好好找自证其身，但是自己的生命啊，还有我的太太安阳光啊，还好的不必安，你要把你太太，这个就是你太太，嘿，有名字也打出来，有名字也打出来，有。他叫你的名字也是他的声音，有这样，他就有法身，他自己不知道。有一天他也会主动告诉你说：“哎，我怎么看到自己？”你不要问他，他还搞不清楚。他有，他会自己讲出来。嗯，好，好 ，OK， 好，谢谢，谢谢。不是，感恩本尊。哦哦，站起来特别快。啊，刚才下个你好了，下个你。嗯，我是陈少芬啊，加入大智宗差不多两年多了，第一次见到本尊，感到很荣幸，很荣幸哦、也很高兴。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来仗义，我看到自见其身，就是说有一天就是早上哦醒来，然后又下船的时候。就不小心滑倒了，滑倒了，那一双手就这样举起来。那我的先生看到了，他就赶快来扶我。当我正在起身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就听到客厅“嘣”一声，那我就很快的望过去，就看到真的有一个人跌倒。奇怪，一个人跌倒。他的模样都跟我一样，你长得完全一样，像真人啊！对对对对，
那这样自证其身了、啊，这样也自证其身了、啊。然后第二个仗义哦，每次进旧的时候，很多银尘，那银尘是有白色的，有紫色的，有粉红色的银尘。银尘啊，哎、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直撞撞撞撞撞，撞向我，然后就很快就把我包住了。嗯，我的被子包在里面就很。害怕，也感觉到有点冷。谁来救我啊？四周都没有人呢。嗯。忽然就听到咻一声，哦，那个天空就亮过了。我就把头抬起来，哇，看到大日了。看到大日。啊，一颗大日相当大，哦、很靠近。哦，大日直接出现在天空啊。啊哇，很大哦！照到你，你就觉得很温暖就好了。啊、在天空，我、哦、是站立这个啊，站立大日啊，现在大日又出现在空中。嗯，嗯你看的那个大日有，现在马上出现。嗯，一样照你。嗯，多照一次也好，就这样嘛。嗯，照这样要有，这样可以消失。嗯嗯啊。请本尊帮我按圆光，还有帮我的。好，大日出现。嗯，有。他照你，你看他的时候，大日护天山很容易看得里面看到你自己。嗯。大日啊，看到你现在穿黄色的衣服在里面，你就在大日里面了。嗯，有。你看到大日。有。你另外一个视觉看你后面头部有圆光了，白色的。有吗？嗯，有一定是你讲，不是我讲。嗯，没有就没有。有，好、哦，看大日你在里面，这里就有眼光了。好、哦，谢谢。好、哦、好、哦，感恩本尊。然后请本尊先按眼光，还有我的孩子，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孩子。往生了你？嗯，往生了。大日出现，再出现。嗯，熟悉看了。嗯，大日。嗯嗯，清楚，很清楚啊，嗯、立体的了，眼光很大。哦，有。那、啊、你往生者，就直接在大字里面投入光中了。哦，你往生了，在大字里面看得清楚吗？有。还有几个人你没有想到了哈、哦？有想到。大字直接给你照明、嗯、照见，照见还是靠大字了、啊。谢谢。直接给你照见。哦哦，有。你看照见，然后他消失了，消失就带走了。他穿梭宇宙空间。还没有人类他就有了啦，还没有天地他就有了。八岁的时候被我碰到，不是被我碰到，被我妈妈碰到。因为我妈妈是乡下人，不认识字，在厨房跑到客厅要经过一个庭院，那时候他才17岁。我不是讲神话，我是讲真的故事。我不扯到神话什么这些，我不稀罕这些了。是真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是一直不了解，我怎么会有这个大日？经过50年后，我在简单3分钟就讲完了。我妈妈那时候17岁，在厨房里面要爬到客厅，她那个小村庄只有10几户，下大雨下很久，要爬到客厅，还要跑过去，还有闪电哦呢，她在等很久，可是要赶快去客厅啊，去那个厅啊，要跑过去庭院啊。可是冒着雨跑过去，然后再换衣服就可以了嘛？哈，跑过去会闪电，会让人被闪电打晕了。醒来的时候看到大日，看到大日了、啊，就晕倒了啊！晕倒又醒来，已经躺在客厅了、啊。这个故事我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去老家探望母亲的时候，我是一直怀疑几十年，我说奇怪，我怎么能看到大日？别人都看不到。别人都看不到，一直怀疑的，好多人也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一直找书要找答案也没有，只看到《华严经》，毗卢遮那如来就是大日，《华严经》释迦牟尼有变毗卢遮那，他变的啊，他能海印三昧的时候就现大日，那个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嘛，就这个直接那个哦，我就一直怀疑几十年了，到了60几岁的时候，我回去探望母亲，他们。19岁、60岁的，我的母亲那时候还在，到她，她一直要问我很紧，怎么我们家
有很多天女啊，很漂亮的女人啊，像苏黛西那个女人很漂亮啊，寡语的油蕾花那种啊，怎么很漂亮？要帮她按摩、洗澡，什么什么，她吓得跑出来了。我看她惊慌失色的跑出来的时候，问我那是什么，我就给她说那些都是你的媳妇啦。哎，你怎么娶那么多太太？你怎么养得起人家？没有啊，他们在养我啊。然后他联想到问到，我那时候晕倒，看到一个太阳哦，把面吃掉了，把它吞下去了，就消失在光中了。这个太阳啊，你怎么看到太阳啊？他就讲出这个故事，实际上，后来他不知道我看到这个大日，我没有告诉他啊。我才想到，哎呦，我看到那个大日可能跟我妈妈这个有关，他被闪电打到，然后晕倒，醒来就看到大日在上面。我和耶稣没有关系啊，是大日，所以我现在这个大日可以演出来了。我八岁一直体会到他，体会到你看，我八岁就过十相生活，每个人没有办法过这种生活，我就觉得奇怪。我是常想，我比那个秦始皇，比什么女生的话，就比皇后什么有这个的话，实相的话，你比秦始皇、皇后都还幸福。啊，我奇怪，我生长的家庭也是很平民，不认识字，要不是皇亲国戚，可是我过的日子，他们都照顾我，神仙呐、啊，吃的东西都是山珍海味，都变的啊！我讲给人听，你不信啊？我逃水的时候，小学生不喜欢念书，初中逃水都不喜欢去上课，不敢回家。我父亲很严肃，没有饭吃，也没有钱。小学生呢、啊，都变山珍海味给我吃。我回去以后，我都想到妈妈才回去。她问我说：“你怎么没有饿死啊？奇怪，你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去哪里吃饭呢、啊？”我说：“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反而骂我。我本来都是山珍海味，所以到现在我能播给大家天使60年的研究。让你看得到，来带动一项、两项、三项，就是现在不用自证其身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啊，没问题。感恩本尊哦，今世能够见到本尊，真是很难遇到。5年前在这个淡水啊，开示会我有到淡水啊，淡水了啊，开示会，你帮一对马来西亚。吹气放光，我也是站起来。你那时候跟马来西亚那一团？新加坡团也有，不过新你是新加坡人啊？啊，那一团是马来西亚啊。因为我坐在他们那边。哦。中文也是站起来。那我怎么表达？我忘了。啊，这样你就帮他们吹气放光。吹气哦。啊，吹气，对。哦，我的吹气是放光的意思啊。对。我不能讲说我会放光啊。人家看我这个样子，怎么会放光？你就疑惑了，疑惑你就吸收不了啊！我尽量弱势的讲自己是吹气了，不是漏气了。从那次我还有看到大日啊，看到自己啊，我多么帅！你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吹气以后吗？啊，过了吹气以后啊，都全部看到了啊，看到了、哦，对你就有效啊。哎，有的人就不一定有效。现在呢，你还有何求？我要想家人有法身。希望家人有法身，能自证其身的，对吗？对对对对对，我把你家人全部带出来，就有法身了。好好好，回去以后，他本身有法身，可是他自己暂时不知道。好，直接你用你的话题回答你，直接把你的家人，你说你希望你爸爸去亲人嘛？啊，还有孩子都有法身嘛？对对，你有没有法身？有，你要自己有才来说。有有，不要自己没有，希望别人有，这也不行。对对，你现在都有看到自己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你现在家人都站在你后面，后面哦，看得到吗？看得到啊。你后面没有眼睛怎么看得到？灵魂之眼，表示他有境界了，他真的看到了。家人有，你家人全部在里面。这样家人先把他的法身进来，这个是光明照的照见出来的，照出来的。感恩，一丝光就马上全部解脱。感恩，经典这么说啊，不止在这里实现了，符合经典。所以你叫人来，这个看起来好像在游戏，不是啊？光的功能才能这样，家人就在里面了。感恩。刚才他
你是在讲大日，你看到吗？看到。大日在上面。有。现在你家人都摆进大日里面的。有。很清楚哦。对对。还有发亮。有。然后回你新加坡。你是新加坡人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回新加坡了。对呀、啊。回新加坡，在你家门口出现。好，有啊。进入你家门的。家人都开门进入。感恩。很清楚哦。啊，感恩。哎，以后他就有法身了。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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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过世的父亲跟我阿公阿嬷大姐过世的往生的了、啊、往生的给他们召见有照光、一样一样那个大日为缘者大日在虚空中大一点能看到大直接看实体的大日会发光为什么太阳再大它都无碍好你要往生者召见这都在里面的你要照见的人啊往生的啦、啊。有有有。但是他们需要阳光全部都有阳光。有有。阳光有。阳光都是白色的。对对。银白色象牙色。对。全部上去了。感恩。好 ,OK。嗯好感恩。谢谢。欸是新加坡的吗新加坡的我是第一次见面嘛。感恩本尊，感恩本体，感恩分身，感恩法身。我第一次来这里见本尊，我有几次见到本尊，你有来我的家，背影而已，只是背影。我去过你家就分身，我没有去过。分身去过你家，因为我分身无所不在，到哪里都可以。对，还有我也有看到那个嗅到百香饭，可是嗅到很香。哦整个屋子都是很香、哦、百香饭这个我小孩子的时候时常喜欢吃、嗯、吃花生配那个酱瓜、嗯、这个是小孩子穷人的生活、嗯、我是喜欢吃花生对我爱吃花生对配这个花生很香原来那时候我都吃百香饭不知道对我很喜欢这样配来吃啊、嗯、有花生那酱瓜出现吗对有你给他配百香饭看看吃吃看有很像哦、嗯、你终于吃到饭了、啊、哦维摩诘经有写百香饭啊嗯啊很香它很香它就是满屋子的香味、嗯、香到我受不了比真的还真的、欸、我就去东找西找如果这个正在战争的乌克兰如果每个人能这样一碗饭就好可是人不相信这些啊对人类绝对有好处就是碰到战争你不能吃饭碰到疫情你不能出去、嗯、每个人一碗饭可以啊对我现在在做、欸、每一碗三十碗饭就出现了三十碗白米饭都在上面了随便你挑喜欢的他自己就挥到你面前现在看到三十碗饭四十碗饭在这边很香你看还有给你夹菜在里面都有都不会掉下来然后你想要的他就挥到你面前如果战争碰到这个不是多好就是咯饿不到就是咯你终于闻到百香饭了还吃得到对吃得到你只要这碗饭吃得到天底下所有的菜你都可以吃得到。哦、它是 炒，对啊，炒是它的方式，你的方式啊，哦、它可以随时变什么菜都可以了。哦，好。龙虾的话，你现在也看得到啊。哦。活生生的龙虾有没有在你面前？有。你都看得到吗？因为白饭看得到，龙虾就看得到、哦 okay。天底下的食物都看得到。哦，很好。看得到，而且要吃得到。好。你看龙虾活生生抓起来，不知道谁抓，还在那里跳。一下子它变成一切片的沙拉，有有，在摆在你面前，你看，有有，随时又变得变成好光，就有这种功能哦，能量物质化，嗯，实现能量。你现在有何求呢？我这么远来，有很多求，我希望能够安阳光给我的父母亲，不是，这个、是我的心，先为自己，然后再为父母亲。哦，好啊，没问题。你现在目的是安阳光嘛？对，安阳光。还有呢？还有呢，能够当然是有一个天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有什么出现在面前？天人啊！哦，天人哦。因为我有那个镜像出来，是一个天人，高高的，帅帅的，然后白白的，嫩嫩的，那个皮肤出现，可是他的脸里面哦，就是白里透红，可是有很多粒的皮肤。很多粒什么？很多什么？暗疮，暗疮，暗疮哦，痘痘，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一直搞不清楚。天人没有暗疮啊，他就
是有暗疮。但是人啊不一定是天人，天人要出现要透过大日，透过大日才会出现。天女也一样，你看到天人你很清楚吗？清楚。我先出现一下，是这个吗？是啊。很雄壮呢。雄壮大师的。可是很帅呢。很帅的，可是他不是我的偶像。偶像吗？你看就很喜欢了、啊，就这个嘛，就这个嘛，这个嘛。秦汉秦香你我最喜欢了。秦汉秦香你我最讨厌。没有开玩笑的，秦汉秦香你嘛，秦汉秦香你嘛，这个是、啊、对新加坡那时候电影，然后歌星都喜欢这些嘛。哦，啊、我都是喜欢这些。哦、秦香你好了。对，很好。秦香你就这个嘛。嗯、啊，林青香的老婆、哦。林青香那个时代。对、嗯。就这个嘛。好、哦、这个是你的偶像吗？对，偶像是要作伴的呢。嗯，要作伴。可是这个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是你本体变的啊，记住啊，不是外来的哦。不是外来的。哦，比如说我先变一下，先把它画一下，你的偶像秦香莲比真人还帅。好，你看变你的样子，变我的样子出现，变过来没有？有，证明说你本体变的。哦。我在变秦香莲。有，嗯。突然间，他从后面抱住你的，有搂住你的腰，有很重啊有有！现在在如来明辉了，现在在如来明辉了，很重，我要发抖了。哦、真正的啊，真的马上如来明辉。可是要秦汉出来比较好。啊、秦汉也一起来，秦汉出来，哎、欸，秦汉抱第二个，一样，秦香你没有变，秦汉从后面抱第二个。我要发抖了。发抖哎，啊，来电就会发抖。哦，这样。哦，哦，那你。嗯，然后啊，我还有看到天光光。哇，那个天光跟秦香你给我拉一天光光，我真灰子。天光光通常是往虚空。往虚空。往虚空越高的时候，它越广大。嗯。你往虚空立在，我时常做刚才那个在虚空中，上面一定要有天光光含住。哦。如果是实体的，有地心引力啊，它可以。给你含住、哦、所以时常看到照片，天光光、大日、现恶光，这个很多种、哦，都是很方便来操作这个宇宙人生。不要，你现在是，我现在希望我的老爸老妈也可以安阳光。哦，就这样简单扼要哈。你现在是要求就是你爸爸妈妈安往生了吗？要往生了，安阳光这样哈。安阳光，这样就可以了哈、嗯。嗯，就可以了，谢谢。一样，在你家，你的新加坡的家。有，他很高兴住在那里等你的。好，自然就有阳光了。哦，这样感恩本尊。数秒钟给你节省那个慢动作，直接就有阳光，这是要经过程序的，也要经过天光光、大日、现恶光三个一起运作。哦，省掉让你不看，就直接，嗯，有光就在你爸爸妈妈这样子照见了。哦，照见以后，大日在上面就。投入光中了、哦、很好投入大日里面去往法界去了、嗯、我希望最后一个要求希望我的孩子也可以安阳光孩子不用安阳光孩子能够法身就好了、哦、有法身最好、嗯、对我把你孩子调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好照见过来你的孩子就这样长得这样、okay 嗯、有他平常叫你的什么名字叫妈咪他叫你叫你的声音、嗯、你孩子的声音叫妈咪、嗯、叫妈咪嘛、哦嗯、他这样叫你这样出来，他就以后到一百岁，他都有法身。哦，很好，谢谢你。他自己暂时不知道，有一天他自己会给你讲哦。嗯。记住哦，不要问他。哎，你看到你自己不用，不用问。他会吓到。他自己会讲，说、哦、啊，妈咪，我看到自己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在显化了。哦。啊、就这样了啊，跟你讲。好好好，好 okay、谢谢，感恩本尊，谢谢你。本本体法身，我要请本尊帮我吹口气跟按阳光。哦，你跟我看了个的，看到自己吗？有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法身出现在你家门口，我时常喜欢这样做。嗯，有。有啊、哦，你家门口就这样啊、哦。嗯嗯，对。你家环境、邻居左右都给你照出来。嗯嗯嗯。然后法身就这样，你穿现在服装，还佩戴两个。嗯嗯、哦、没有错哈、哦。嗯，它上面有阳光了。有阳光哈、哦。有、哦、谢谢谢谢。要你看到，要你看到，不是我讲有就有。嗯，看到没有？嗯、有。阳光。嗯。什么颜色？好像白色。哎，白色对，哎，白色对。对对，嗯，我给你加白色对，嗯，我要问一下，
可是你有看到，我相信。我也有跟我的老婆哈，按眼光。你老婆是还在还是？还在还在。因为还在和往生那个光的方式不一样啊。对啊，谢谢啊。还在的话就比较简单，往生的话要去找从那个时空，从那个多重宇宙中去找平行宇宙，然后次元世界再找嘞。啊，还有我的孙子，你家人就对了啊，家人你的家人都出来好了，不然你孙子伯啊、舅妈这样会也会去啊。你孙子、你的老婆、你的家人和你有关系的家族，站在你家门口。这个都是都出来，法身先把它出来，因为你遇到光，所以很快。要修炼的话，要看到自己根本不可能。都出来了，啊，珍惜啊，都出来了。然后你消失，真就有。还有一个问题哦，我的肚子哦，时常哦，好像我嘴巴一张开啊、哦，好像一个龙的声音啊，龙哦，啊，来了，我变一个龙头在你身体上了。你亲眼看到的啦，一个龙头，两只脚也看到了，你看，龙头在你前面，身体穿过你身体，有吗？看得到吗？龙头就这样叫龙头，你胃以后不会再有龙头了，他把你收拾了。好，谢谢。我的照片也有龙啊，有显龙啊，有啊。对呀，还有我的祖先。往生那个对了啊，往生的，往生的你不用讲哈，我直接一样照出来哈。往生那个大字你看得到吗？啊，这有，确定有吗？有啊，在上面哦，在上面确定哦。你新加坡人吗？新加坡，我新加坡人境界也那么好啊。大字看得清楚吗？很立体，很大啊，对，还发光。你往生的都在上面的。而且都有荧光，你看这样比较快啊，都靠他们了、啊，不是靠。记住哦，这不是我的功能，它宇宙光明体，它穿梭，永远在宇宙中，所以它才能永恒。要依靠它。谢谢。那好，可以。感恩本尊，感恩本体法身，我名字叫沈一杰。我从1996年就接触佛法，过了四圣第六门。有一次我听到某某法师，台湾的法师来到新加坡，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时候我听了，我就哇，那听了就高兴了好几天。不久呢，我就皈依了，就开始修忏悔法门，念圣号。可是就是有起起落落，然后到了差不多要2017年，听到 YouTube 因为我在探讨这个唯识，听那个小弟弟在讲那个唯识的那个的视频就是大智中的视频，我看了，哇，这个某某本尊是谁啊，我就开始看送气力，我开始去找，我一开始就哇，接触的是负面的新闻啊，我不甘心，我去从头到尾我都看到完，全部都是负面的，哇，要去看，所有的负面的我都看到完，我看了，然后我已经看了，再后我要看九三集，我这些人为什么会讲负面的呢？我在探讨为什么呢？然后2018年。这个中总顾问来到新加坡，我立刻就参加会员了，因为我有一集我听到，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当然你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你还没有显现本尊会带我们去你知道我是坏人怎么敢参加，因为我听了全部的负面，然后我有一点底啊，我听的是我了解了那个，当我听到完了，我以前东西不会的哦，我好像何其自信，本是清净，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是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听了，哇，这个不是本尊在讲的呢？以前我偷偷开始的时候听某某法师在讲，我都听不懂，我都讲什么。然后我一路来我都修地藏法门的，我有诵地藏经，然后他前半部有一个华严的偈啊，觉灵菩萨偈，华严第四回，那时候他讲华严第四回，阎摩天空无量菩萨来集啊，他走到了尾端呢、啊，说若人一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印观法界性啊，一切为心照。哇，这不是本尊在讲的咯？我恍然大悟啊，现在什么经我都看啊，我对照都是差不多的，跟本尊一样讲的，所以我就很法喜啊。有境界没境界我都很法喜，因为我知道啊，我有本体了，法身。然后我每次去上班的时候，我坐地铁啊，我都会坐在车上，我一关，我就关这个，等一下，关这个。我会观三尊，第一尊，然后明心放光的，然后还有全身法身，我每天都请他们喝茶，早上起来喝茶。你看过婚生吗？我那时候新竹会啊、哦，有刚刚不是放那个全身分身的什么了，我都会观想我在新竹的那个外面。本尊下来，要跟本尊一起喝茶，跟本尊喝茶，然后哇，桌上是金色的，椅子是金色的。然后我很喜欢一个杯子啊，因为我本来不是观杯子嘛，白色的，我每次观敬本尊最好的茶了，因为我喝的是某某茶啊，敬本尊喝茶，本尊说 OK 啊，然后我到了。本尊说 OK 那是婚生啊，本尊啊，本身。换句话说，你看过婚生、啊？对对对，和他一起喝茶啊，对对。哦，那境界很好啊。然后就到了我的做工的地方，说本尊，我到了，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妹妹呢，我上班的时候啊，我会观那就玻璃光的分身啊，我会把他的光啊放回来，再放后面。这样我就哇很开心的，我一整天就很哇把握的，就这样。那你今天来有何求？就是同样的，跟大众一样，就是要安眼光。还有，然后跟祖先安眼光。哦。然后一样的都是为了家人。哦。那你刚才？会有什么金色的桌子、金色的杯子这个？啊哈。都看得清楚吗？那个是观出来的，观就当场就看到吗？啊，对对对。如果这个地毯全部黄金色呢？哇，可以。金地都是金地，你可以。对，金地。对。哦，都已经变成金地。对。极乐世界讲的金地，这个都是金色。对。全部里面像黄金屋。华金说：“多宝哦，从地涌出。”从这里好了，多宝、哦，你可以看得到吧？这个黄金。黄金地看得到吗？地有整个层面，有一个地毯和黄金重叠，有一个地毯完全没有，全部黄金，连这个都金色的。有时候给你配绿色的，马老说了，他会配得很漂亮。这个黄金，而且可以扩大，可以扩大。平常有境界的人进一步是这样，哇，你住了这么大的空间呢、啊？用法华经来演，像这个。地金色这里也扩大，变黄金，从地涌出。哦，我已经这样介绍嘛。多宝，搭多宝塔从这里上来了。有没有看到多宝一个塔？有。哦，有上来了，一直停在空中。哦，我已经这么说嘛。有。你有看到吗？有。因为像你攻经典呐、啊。嗯。多宝，我坐在上面。有。然后释迦牟尼我的分身上去和他同等坐着。这个镜头嘛，千年的镜头了，大家雕刻的啦，故宫博物院啦，哪里都有这个镜头。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吗？可以，这样你境界就可以，就
看金色的，嗯，房子扩大五倍、十倍，随便你扩大，地忽然间广博，这叫地忽然间。今天不是要这样，嗯，把现实的环境变成人间净土，哦，活在那里面，嗯，要什么有什么，嗯，哎，欸，没有争斗，没有什么，只找自己的生命永恒，没有争斗，没有和别人打仗，都不用。没有斗争，心里非常平和安详，过着非常，哎呀，太幸福的日子。对，我就是不喜欢跟与世无争啊。对对，没事，只有你的本体和你存在。对，哦，然后过着人间净土，这个叫人间净土。啊，对，不然人间昏昏扰扰，再好也都会苦恼啦。对对，你现在能看到金地多宝，凡是经典，你现在所能演的，只要你能看到自己，都能演，每个人都能演，嗯，对，把它演出来。和经典都一样，比经典更清楚，哦嗯，所以你现在能看到自己要求照见祖先。对对，祖先往生呢，啊，往生的祖先，哦，说公公婆婆外公外婆，公对，啊，就往生的啦，你都知道嘛，嗯，对，现在往生的祖先都站在虚空，有有，来，这个阿公眼光重要，哦，有全部你往生的都是这些人吗？啊，有啊。这个时候，现恶光出现在他们面前了，很大一个现恶光在他面前。有。哦，因为那赌城有三座高楼嘛。有。现恶光消失，你的祖先也消失了。但这已经进入大日法界了。嗯。将有照见了。嗯，。要你亲眼看到啊，哦！我要按那个。每次我观想这个眼光可以吗？我特别喜欢这个刚才那个我这个我很喜欢这一张啊，来来，这一张本来我要送这个给你啊，这个哦，你要心念口眼一定要得我这颗珠，这是第一颗，这个啊，因为我本来我昨天要给霍医生看到这个分身，啊，这一颗哇，这个无比的，你真的很喜悦哇，现在这一颗啊。很大的人围着你，先跑在你的后面的啊，金色的跑在你后，我不是有七颗珠吗？啊，哦，七颗珠，啊，我的第一颗就是这一颗。哦，我当在演的时候，这个一定是要在我后面，这一颗珠一样，只是没有讲出来，你们没有看到。我现在在讲，后面就有了。哦，你看，哦，有，你看，你看，你这，有有有，他在我后面，他也在你后面的，有，你看他这样在变人间这个状态，你看。这个是出现，他就心念口眼，他是照着你的话言，他能给你摄受所有光的能量，这样讲出来，啊，一定要在我后面，所以我能讲出你名字什么什么无所不能，你所不知道，他可以在海中，在海下，在天上，在天顶上，他都可以找得到，他一定要后面随着你声音讲，要得这一颗，你现在得到了，我也让你得到，带回去。要你亲眼看到，现在有没有看到这颗珠？有，按断线。在后面，哦，在后面，金色的很大。每当我在心念口眼的时候，这颗自己出现，我是从境界中体会出来的，不是我，怎么会这样？后来就知道，一开始口它就出现，只是没有讲出来，你看不到。这样你看到了吗？哈，哦，你看到了吗？有。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一颗嘛，刚你看，但马上力量很大，然后要心念口眼，哎，现在在你后面了，啊，有，我带回去，带回去，啊，你也看到他，他有，他也看到你了，你带回去美国当医生，你带回去去新加坡，你不要当医生，OK， 嗯，啊，本尊为父母亲啊。在世的父母亲，母亲啊，化身，其实不用在世啊，父母亲化身要化身，对对对对，要化身比较安全，保证百岁以后，对，百岁以后他才能进入永恒，对，因为这个很多人会向往永恒，拜佛教、拜耶稣，这个都不反对，对，那人的文化、宗教文化，对，就希望他来见耶稣来带他，阿弥陀佛来带他，对，靠自己找心就可以。现在如果我看得到他们，就是我先把他带回来啊。法身最重要，佛教讲一大堆是要讲法身啊。对对，耶稣讲一大堆要显象升天啊。对，显象就是法身啊。对，啊，这样的意思。
重生才能重生啊，新天新地才产生啊，原理都一样啊。我们就是把它实证出来了。现在只要本尊召见到我的家人，我就是与他们有法身了，对吗？哎，法身就有。嗯嗯。所以你现在有这一颗人，你用讲带动你父母都可以。你刚才得了这一颗，也要带回去。感恩。你家人的法身都出现了。有。哇，全部出现。我现在不做你家人，你做你的朋友、家人，你自己带他也会出来。因为有这一颗。有。不用有讲，你自己都出来了。好，好，恭喜你，恭喜。感恩本尊大光体，感恩本体法身。我想要跟本尊赞誉，就是说，我小时候我一直感觉到我心里有一样东西，就是经常我才是觉得经常帮助我，就是说引导我做事情，引导我就是，好像有个力量，对，就是都很顺利。我小时候就工作遇到人做生意，到现在都是有帮助的。但是我经常都是会一直在寻找那个力量，然后我年轻人我就一直去佛堂啊、庙啦、啊、在拜，好久好多年，甚至我看佛书，然后还是找不到我要的东西，那个东西那个力量就是在这边。他一直跟我说不是，就是当我几年前九年前我就认识本尊，通过阿 Ken， 然后我有感觉到那个光，然后一下子我就看到分身已经到我房间里，而且穿黑衣服的，戴黑色领带，黑头发，很清楚。然后我看到我的法身出来拜敬，然后很多时候都让我看到天光光。这是几年前过了，我就很开心了，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有一天晚上我在，其实我不是在睡觉，我听到我房间里的厕所有声音，然后我就跑过去看，其实是我的里面的跑出去看，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法身，不是我的法身，我就是好像我的灵魂这样了，我跑去。不是，在厕所那里也有你的影子啊？有，还没有讲到完，我就看到有声音，然后我就过去，我就问他，我就看他跑过去我的房子的床上坐，他很不好意思，然后我就问他你是谁啊，为什么在我房间里，那个很真实啊，我不是在睡觉。然后他就不好意思不敢给我看，他是短发的，他转过头我就一直望，他很害羞，然后他看着我，我说哎，怎么是你，哎，我看到我自己，你怎么跟我的脸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短发的，他终于出现了，然后我就掉眼泪，我抱着他，他抱着我。有实体的人吗？有。哦，有实体的。然后我终于就是说，哎，你怎么是跟我一样脸的？然后我抱着他，我们两个抱着他哭着。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就是所谓的法身，我已经跟他接触了。然后他带我去游玩。你这个时候是已经四年前认识我了吗？早就六年认识了吗？认识了，就是认识四十大光才能这样、啊。对，我知道，我明白。认识我很多人都会碰到这样、啊。他终于出现，就是那个。认识我，你只要让我喝一次茶，或者听我一次讲，或看照片，都会有自见提升、啊。对，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还带我去游玩，然后他就说带你去游玩，怎么游玩？飞，飞又回来我们的房间。哦，你就看到他在天空上，他抱着我飞上去。你的意识可以感觉到跟着他，可以的。然后，就是他就说，我就是你，我们是二合一的。然后就他就说我要回去了，就是要回在我的心里。我就很依依不舍，因为我终于看到我自己了。最后我跟他说，你不要离开我，我要你
跟我在一起，他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就是二，然后就从我这边输进去了，掉进了。本来就一直在一起，只是你不认识他。对，最后我认识了，原来是我的法身。嗯、OK， 那你随时想到他也都出现了。对。哦，那真的很好。就是 我过的生活都是很想什么有什么。比如你想什么就有什么。对 对。比如说。对，好像我有时候想要吃什么就有吃什么。会会会会。会哦，不是马上啦，过几天后，过几天才有啊。现在把它改就会滑，马上。我是说在生活上，马上就有，马上就有。到没有所谓延迟，慢慢没有，当下就有。好的，最快最有，我要什么就马上有，这样对，这样最快速度、嗯、有有进一步速度、嗯，就像你修道要修好几次、几年、一生，几分钟就完成，像。你过来了，这些没有见到我都自证其身呢，怎么讲、嗯？所以你现在想什么就马上有。有。现在想一个 coach 皮包。哦，有有有。马上出现。有。coach 的哦。青色的，绿色的。哦。我现在。就是你喜欢的那一种型。啊。哦。coach。哦。你这样带着背在背上都还真的一样。在这边。貂皮大衣现在是不热不热，貂皮大衣，天衣都可以，马上有。有。你自己用想，哎，我要很冷的时候，貂皮大衣。很厚啊。貂皮大衣，新加坡不用貂皮大衣啊。不可以。新加坡用天衣，天衣无缝，很薄，穿上去会凉。如果是天上变的貂皮大衣，即使夏天你穿貂皮大衣也是很凉、很清爽。它都最适合的环境，它都可以改变。天衣哦，马上就有。你要什么服装，要什么样的都有。有。马上有，除了皮包以外，什么都可以有。可以，没问题。嗯、马上有。谢谢，感恩本尊。嗯、你有何求？我何求就有什么需要、要求的，趁这个时候来。我想一下，无所求了。无所求。哦，无所求、哦、那更好更好，第一个碰到。OK OK， 好，你等一下，我先去。来来来，哎，你是那新加坡的小？我、哦、新加坡、啊、Hello， 我是新加坡的苏秀清，我一月八号有面见本尊了、哦、我想请本尊开示啊，就是说好像我们百岁之后啊，那个肉体死了、啊、那个意识能量是不是直接进入了金色身，马上变成金色身、哦、对，然后是不是第二个生命，没有没有，就认你现在这个自证其身、嗯、我们为什么要对看，对看之后、嗯、有的人会对看分身，假如你看到你自己的分身，要对看他看到你，你看到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镜头。嗯，对看。对，我知道。你躺在床上，每个人一百岁要躺在床上、嗯、要断气的时候、嗯，分身站在你旁边、嗯，你这个自证心平常大概他会站在你旁边，嗯、断气以后变成单看、嗯，全部意识流啊进入这个分身里面，变成宇宙意识。嗯，因为它要往时空去了、嗯，所以叫做宇宙意识。嗯、这个人是五官意识。哦，断气以后全部变成一个人，变单看，平常练对看，不管在空中在哪里就对看、嗯、对，你刚才问题哎，就根据自见其身的宇宙意识它自己会变化，嗯，没有自见其身就没有国土，没有世界，没有其他的法界，就没有它变的，都是它变的，嗯，而且变的都是活生生的，和人生什么都一样，七宝什么、嗯、宫殿什么都有，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金色身，它本身就是可以变金色、嗯、比如说你可以分身嘛、哦、可以，你可以分身嘛，我可以啊，我可以看到我自己、啊、你现在问到这个问题也是很深入呢。哦，你现在的分身这样服装，对，变金色身，全部金色的，对，人肉都金色的，对，内脏没有内脏的都是金 色，那这个一定要往生以后金色，现在就可以金色身、嗯、因为这个很重点啊，所以我想就是要请问啊、问清楚一点，就是这样、哦、对对对，表示你很细心，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深度的问题，对对，不用另外金色，金色本身就是金色身、嗯、变哦，你现在你金色身，嗯，谁都可以去，现在你看我全部金色身，是经典记载、嗯、活身金色，我们不讲活、嗯、讲如来，嗯，其实我已经知道，因为我法身已经跟我讲，只是刚好今天我面见本尊，我一定要问清楚这些、哦、这个对我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实际上不要问、嗯、因为你有达到很境界的时候、嗯、那个般若智、啊、自然会出来，你自己会知道、嗯、自己知道的叫做智慧，人家讲智慧是
般若智，明白？哦，般若智是了解这些实相，嗯，不用说我要问什么问什么，那个是，哎，哦，这个问题的境界找一个层次，哦，okay， 好，你自己就知道。对，感恩。像我什么我一无所知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刚开始体会只是什么都不知道，嗯，到最后没希望，自然知道。嗯，书都找不到的，自然就知道。嗯，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哎，没有人问过，嗯，所以金色身，啊，当下就金色身。嗯，明白。哦，我说你金色身。看金色身马上变金色身，对，嗯，黑西装也变金色，嗯，你能这种程度都看得到，都看得到。哦，它粉红色也变金色身，嗯，就是全部都变成金色，全部金色身，金身对，金色身，包括这些全部金色身，嗯，对，这是金色身的啊，嗯，对，哦，就这个程度的问题，哦，境界的问题。哦，OK，哦，那本尊，你可以送我一个金八卦，金色八卦，八卦金色的八卦。你看它金色八卦还是要。嗯，我要你送我，有出现你，嗯，在你的旁边那边，哦，金色八卦，八卦开天地了，嗯，八卦本身是开天地了，嗯，八卦就太极，嗯嗯，这方面的是属于道家的了，哈，嗯，八卦出现，嗯，有八卦里面有外面金色，嗯，六合八卦有全部在里面，嗯嗯，它开天地，嗯，当你行驶时空的时候，这先开天地，嗯，天地开路给你走，嗯。那个意思，嗯，哦，那你境界很好。那你有送给我吗？你送给我？哦，不是我送给你，你自己摄受。我不能送你什么，你讲你自己直接摄受。我听到光会帮你弄，嗯，因为你送给我哈，跟我自己不要说我送给你了，光送给你光，哦。因为那是你给我的金刚座哈，有你的那个名字送西里耶。我有送过你金刚座吗？金刚座，我忘了，因为我自己，哎，我自己掉了很多金刚座，我也不知道。因为你的金刚座哈，很多珠珠，可是有我名字啊，有你的名字冲七里。哦，这样。补上来金色的。哦。我那时候一月八号有。哦，所以你有兴趣哈，哦？那你现在要八卦？嗯，我现在要金八卦，可是你。金八卦好出现。嗯。也是谁有的名字？冲七里。嗯嗯。这样就说了。他飞过来了。就这样八卦。嗯，感恩。然后。里面整个里面隐隐约约出现你的分身，有，哦，有这样这个，然后，嗯，好像飞镖一样这样飞过去，嗯，八卦飞出去的，嗯，天地所接触就开了，嗯，天地马上开了一个天地，嗯嗯，看到很清楚，哦，很过瘾哦，马上开出天地，嗯，八卦这样好像飞出去的有力量这样飞出去，嗯。嗯这个是光的功能，嗯，能量，不是我没有办法赐给你什么，感恩啊，感恩本尊，因为我自身难保，啊，感恩本尊，感恩本尊，我请教请教，嗯，啊，我爱你，哦，我马上表达的，感恩你啊，谢谢。我听到很多人说爱我，我都说 me too， OK OK， 哦，嗯嗯嗯，好，再两个就结束了。忍耐一下，有的还有呢。感本尊，我要感本尊说我的法身仗义，因为我的法身在我身边，叫我仗义出来。你的法身叫你站起来啊！站起来，仗义感法身。哦，你怎么知道法身叫你站起来？因为我坐里面有感觉动动，那法身坐这边。很多光哦，他现象给你看。那本尊光的很多点点变，叫你站立的对啊。啊，变到很多你的分身看到，还有刚才他那讲什么，初步我看到本尊现在哈，从不很多分身在你眼前你。我刚才他们讲的你都看得到，看到哦，那真的，你的分身很多点在我眼前，很，你现在想亮啊？祈求什么？我讲我。静坐时候，我一杯那个茶在我身上，看到很明白、很大、很亮，一飞到天空，我就看到本尊的分身，很美亮亮。那个后来金刚座出来，亮晶晶给我眼前看，我自己跟我发现一杯茶是。净本中的分身，对这个杯茶跟我看，我里面有感应，净本中的分身，杯茶净净净，我的眼睛就看到发亮亮，
很多珠宝，我仗义。看到很多珠宝就这样，嗯，这境界，这是你的境界。你现在站起来有何求？需要我为你带什么？像他们都有明朗说阳光。好好，这样我跟文中求，我要金刚座。要什么？本尊的金刚座，因为金刚座呀，啊，还有金刚座，啊，要怎么样？要金刚座啊？要本尊的，啊，要本尊做那金刚座。我的金刚座借你了，借你了哈。你现在看到你的分身坐在金刚座上，那个椅子好像哦，椅子都是金刚座的，很大宽大。有你现在去坐在金刚座上。有我是这样的，有坐咯。有哈，有金刚座。有，你看他坐在里面，坐在上面摸那个椅子，就好像黄金那样凉凉的。有，你这里有感觉，在那里摸要这里有感觉。有那边摸这里有感觉。有啊，这个金刚座在虚空搬到你家客厅。好，有，它缩小了，它很大，可是缩小了。好，在你家客厅摆着。所以你家客厅嘛，没错嘛，有平常是这样嘛，对，这样你家客厅摆着，对，很亮。好，这个金刚就摆在你家里，好，好 ，OK。还有呢，这样我要跟我老公安元光，他的身体有不好，有开刀了。哦，身体啊，我不是医生，不要我医身体哦。我安元光还可以，我针对是法身、法性和灵魂，法身。跟注重这些，肉身自己能为了找医生。现在医生都科学发达哦，医药什么都很发达。你知道，这个是额外的，忽然间好了，是你的法身要帮忙你，那是另当别论。对，听懂啊？坦白讲，身体不，我身体是会比较好。法身重要，法身是永恒。肉身的话，现在医好了，很健康了，100岁也会生病；100岁医好了，120岁也会生病。120岁医好了，到200岁变成要宅男呢，要宅男，也不能活太久啊，太久也不行啊，太久变怪物。我趁这个机会哦，所以法身比较重要。碰到人危险的，很危险的，比如说要断气了，就赶快法身。好，看到法身最重要。对，我有看到。这个法身光可以给你保证。肉身的话，看你的造化啊！我从来不给人家说什么医病这些哦。好，本尊啊，我想请求啊，我两个。你有看到自己吗？我有看到自己，这个很重要啊！我有看到，如果能医你的，最好还是用你的法身去医最好了。好，他一念头就好了，只要他要医你了，福报看你这个人的福报，好，看你的果报如何。请问本尊可以为我的啊？妈妈安元光吗？她在4个月前啊，往生了。刚往生不久就对了。对，4个月。刚往生的时候，现在是游魂，孤魂，不能讲野鬼了。野鬼饿肚子啦，想亲人，这很难过，孤魂很难过。这个光一道全部改变。嗯，光就专门针对这些。哦，这样啊，哈哈。所以这里面含藏的现过光去寻找。大日天光光去帮忙，很快就把你找出来了。哦，好，这不是我的功能，记住，我没有那种功能。好，我讲话完以后，你妈妈已经有眼光了。哇，好，你看到了，有，让你看到啊，好 ，OK。因为他自从往生了之后，真的是全无音讯，就是说人家讲会梦见啊，我们只要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妈妈眼光，一切都放心。我看到了，否则孤魂野鬼很痛苦了。我看到，茫茫无依呢，不知所措呢。我看到。啊，给你，好。唐本尊，我请本尊，我的父母哈，他是他的父母，我是要分开，我的自己父母，你的父母对不对啊？是我妈妈跟爸爸，往生了吗？往生，两个弟弟。有一个大，有一个。你要全部的往生的，我给你不用讲，全部照出来了。好。刚才哥给你照在你家门口那个金高义的门口。你家门口就这样。啊。往生的就在外面。外面。有。很清楚，你程度也不错呢，哎，一看就出来。看着不要伤心，他整容的很好看，他很高兴。啊。我如果没有。美容没有
只要整容一下出来哭哭啼啼，你都看不下去。好，看着有时候会吓坏。OK， 好。这个你不能乱带动，然后做，有时候给你护身不走怎么办？对，我就做这个一定要后面这一颗在后面，一定要玄佛光出现，要安全，随心所欲。如果没有跟着我的眼影在那里乱做，等一下被护身的来找我，我也没办法接啊，跳档啊。那个是孤魂野鬼，意识还有时候还很混乱呢。这个光的能量就能瞬间改变种种质量、能量，什么量它都可以改变，一样道理，都在你家门口了。有，有，很亮，亮到晶晶，把本尊的全部的光照到我的。我睡觉有看到本尊，眼睛闭，像石像了。看到本尊亮晶晶在我眼前，还有本尊亮一对红色眼睛啊，发亮亮点点照啊照啊照了我起来，很开心啊，感恩本尊。本尊也可以变，本尊你这样看得很好看，都是光，会变的。本尊也可以变魔鬼啊，他脚很难看的，看到没有？哦，那个奇米妖爷，你看很凶恶。我不怕了，你不怕哦？因为本尊说全部是大光体来的。哦，那你不怕？好，不怕。在我的，趁你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出现一次。啊，好，好我不怕。那、哦、难看不难看？很难看的。因为我的，如果是这个人很恶劣、很凶恶、五浊，是浑身都会变这种奇奇怪怪样子，和你那个。不怕，从不光。不怕。表示你是好人呐、啊，全部天光光跟我照掉，好照到我在里面，好，很好，很好。好，阿伯尊，好的，一读一要拐瓦地啊，剩下两个啊，啊，好，好 ，OK。有的人太晚要赶时间，一个人好，刚才举手就三个，剩下这三个哈、啊，感恩本尊大光体，感恩法身。没有安到圆光的新加坡人，你等一下站起来，我给那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他站立完，然后去结束。因为你们有时候要赶时间。感恩新加坡同道，感恩在座的每一位同道，感恩全球的同道。我是新加坡的梁家华、哎、我是新会员，第一次来见本尊、哦、我要请本尊帮我安圆光。安圆光吗？对。安、啊、你能看到自己吗？可以。你现在后面就有圆光了。哦，好。你现在看，不是我讲要你看到哦，看到，看到了，要你看到，不是我讲、嗯，我讲不算，是我这个是以对方看到为原则，金黄色的，金黄，对对对，然后我会问你什么颜色，嗯，看到确实看到就稳定，就永远不会消失，对，看懂吗、嗯？所以说你直接就看到了，是，还有呢，有荧光了，是，要请本尊帮我的往生的父亲、我的孩子，以及我的祖先们。孩子，孩子是，我的孩子还在呢，没在。孩子往生了、啊。我的往生的父亲、孩子，还有祖先们，召见。就全部往生的对了、哦。对，现在讲的是往生的。往生的全部出现了，对了、哦。是的，是的。往生的全部出现在虚空。好，有。全部出现。对。你的孩子名字打出来。有。就这个名字吗？好，有。全部名字打出来。有。都很清楚，虚空无碍，对，这样就对了，名字也对，人也对，好，有、哦、可以、啊，嗯，大日出现了，有，全部回归到大日里面，有，都在大日里面看到，大日很大，是的，家人都在大日，有，有，大日消失，像一团光消失，他就把你带到法界了，是，有、OK。这样就可以。好，要请本尊帮我在世的母亲，还有我的家人和我的亲人，你念完所要念的、啊、所要讲的在世的，你一念完就全部站在这里了。是的，已经出来了。对，很快啊、哦。嗯，这个很快啊，速度要快。是，这样就表示你看到为准。看到。你就正在他没有法身了。哦。嗯，至少生命活到一百岁。当然，肉身会经过人生挫折，那个免不了，烦恼什么那个是正常，是春夏秋冬一样，是该冬天就冬天，该夏天就夏天，有时候碰到烦恼就烦恼，就这样啊。对，是的，法身是永恒不变，
是人生是变化无常，嗯，就法身和肉身的差别。肉身现在很健康很幸福，有一天会不健康，有一天或者不幸福，或者永远幸福，就永远很幸福也是会往生啊。所以肉身是变化无常，所以说无常。嗯，法身是永恒不变，所以你现在出来都是永恒不变的，你要的是对你追求的都是永恒不变的。好 ，OK， 好，感恩本尊 ，OK， 感恩。感恩本尊，我是大药总会员蓝少群。你是新加坡吗？啊，新加坡，不过是马来西亚人呐、啊，在新加坡两边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我是新加坡的永久居留马来西亚人、啊。现在就不是经过已经三所谓在那边啊，对对对，关卡了。很多人骑摩托车过去 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十几年前、啊、跑来跑去、啊、哦，所以我很熟哦。马来西亚、新加坡我很熟呢，是哦。我对来讲，我很熟，他说欢迎你来玩啊。那李太太说欢迎你来玩、啊，是你吗？啊，不是你。我这次来是想，因为我爸爸，我有跟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一个姐姐，我有替他们做这个大药中的会员。我爸爸现在是为老人痴呆症，他的脑在收缩。我是请本尊，你爸爸怎么样？脑是收缩，好像小孩子这样的，也神志不太很清楚的。就失智症了、哦、啊！失智症，对对。反正肉身的哈、哦，就归自然了、啊，我没办法处理了哈、哦啊。就看你的自证提升看怎么样。啊。最主要把法身先活起来。啊，对 对, 对。因为肉身真的好的还是会再坏、啊，坏的还是再好。啊，对对对。就像维持那一种生命的活力，嗯，肉身就靠医学了，就这样而已啊。现在医学非常发达，对对对，科技医药什么都很发达，很可靠。啊，法身你没办法、啊，没有注意到啊。对对对，人只注意到肉身啊，你现在从生下来都是注意外面啊，外面就是生活，就是这个肉身。现在你返归内在里面，对对对，找到永恒，这样就对了。哦，所以这个重点，你爸爸失智症什么那个都没关系。先把法身啊，光对你是法身没问题啊、哦，让你创造另外一个你。对对对，再新人再造人，对，再生人，耶稣教讲的再生人啊，对。你现在是要照见谁？照见我爸爸的法身起了，哎，他是会员嘛？我妈妈的法身还在生嘛？爸爸还在生啊？还有谁？再生的人，我给你照啊。再生你一起照吧，我家人见主了。你家人啊？啊，家人。你能看到自己哦？能能能，再生的人啊，站在你家门口，马来西亚家，有有有，从马来西亚那个双人座、双人塔那个高的百货公司，双人塔看到，然后看到你家的方向，啊哈哈，你的视觉可以这样吗？可以看到，在高空，你的视觉跑到高空，从马来西亚双座塔、双那个叫什么塔，两个双峰塔啦，双峰塔，然后看到你家的方向，啊，可以的，然后看到你家门口。啊、然后看到你家人照见的往生的都出现了啊，你认得出来吗？我公公婆婆都认得出来了，都认得出来，往生的都认得出来，没有出来马上清除啊，可以可以，都有荧光啊，可以对哈、哦嗯哦、然后现落光出现在你家门口啊，可以，现落光转了两下他们消失了啊，可以，现落光也消失了啊，可以，这样给你照见了。给，请本尊赐我一颗那个第一颗自珠吧。啊，请本尊赐我第一颗自珠。刚才他的那一颗、哦，第一颗珠。是的，跟他一样，那个波罗妙智光的珠了。可以看到荧光了吗？可以啊，可以。看到荧光，波罗妙智光，有时候波罗妙智光出现再大一倍。你的荧光被它包在里面，但两个没有关系。啊，可以。波罗妙智光是在针对实相内容进入法界、嗯，要了解这种现象。嗯。如果荧光就可以足够了，但是你要波罗妙智光有所求，我就一定回应了。啊，可以可以。你现在直接看荧光有了嘛？有有有。扩大两倍，很大。可以可以。有没有很清楚？可以可以。两个颜色啊，很清楚，里面荧光包住你的荧光。可以可以，我那里有波罗妙智光，好好，这个叫波罗妙智光，这经典有记载。感本尊，感本尊，感恩本尊，感恩法身。我有个请求，请求本尊分身帮我放光，帮我加持。
加持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很不好。放光我可以啊，身体没有保证啊。要不用紧，就是请本尊帮我加持，帮我放光。哦哦哦，怎么加持啊？帮我放光，赐我五色珠，或者是永生珠。啊、我气吹下去，就是刚才那个，马上全部改变。我吹气，你们新加坡人习惯吹气，吹下去看你需要什么，它自然出现。好，吹气好了。新加坡的吹气，没有阳光自然有，没有阳光的自然有阳光，没有做到自然有吹气啊，吹气吹气，嗯，就等于它放光，等于放光的意思。吹气啊，你需要什么？这个气吹下去，像刚才那个已经说，不是跟着做，它收到了，它自己会做下去，要摄受到。自然的吼，自然的才会使，袂使调工啊！你气入去了，怪得足紧啊！搁一间，哦，你看，哦，哎，那哦，这个是不需要再一次，但是你需要再一次也袂要紧，因为加食两粒袂要紧来。有，啊有，那个终身成就奖的有啊，来特别来特别。面向着我，面向着我 ，face to face，face to face。但我选择单独，很自然，不要抵抗，也可以抵抗，没关系。但是先不要抵抗，好，来来，你会注意到力量进去了。改天你的实相啊，你要需要什么五色珠，它会自己会出现。我如果吹下去，那脑子自然会有。很自然，有很自然 ，OK， 来再试一次哈，好再试一次 ，OK 一样，没，安娜，哎有一个，送给你做纪念，哦纪念好 OK， 哦哦。没共享。感恩本尊。First of all, thank you. It's a very big honor to be here, and it's a very big honor to be speaking with you. And, okay. Do you need me to translate? Yes, please. Okay. Please close to your. Okay. Please say again. Say it again. Yeah. Sorry. I said thank you. First of all.哦，谢谢。首先，我谢谢你这个新的动力。你爱换力，爱换力。Because it's a very big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and to be speaking with you. 对，非常难得能够跟本尊这样子见面，然后还可以这样对话。I came here because I've always wanted to help people, and I'm a teacher, a professor, and it's one way of. Okay, sorry.他来这里就是因为他非常想要来这里想要见本尊，是因为他非常想要帮助别人。 As a teacher and professor, yes, 他是一个教授，所以他想要身为一个教授，他非常乐于帮助别人。 Okay, please. And that's one way of helping people. 这是一个帮助别人的方法。 But afterwards I realized that the energy and consciousness is the way that I want to help people now. 所以他发现这个这种能，他用能量这个词 energy， 然后跟 consciousness 这种意识跟能量，也是一种可以帮助别人的方式。And I'm not sure how to do that.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做到。But that's why I'm here. 所以我吹气，又刚才那个气很重要。Okay. Just now, 本尊 give you that broader wind is so important. 本尊 say it's important. So now you got that. 刚才他讲的都看得到吗 ？Just now, 本尊 is talking to others.Can you just also can see in your mind? Absolutely. Yeah, yes. 有看到，有看到。Yes. 对方这这可以都列为哦，现在量子力学讲的心念与物质。Okay, this is like quantum physics, like you got parallel universe. Yeah, you got the material. You got the, that's right. The yeah, parallel universe. 能量与物质。Yeah, you got the energy. You got the 精神实体化。Yeah, you got your spirit to materialize. Yeah. Yes.
就是现在所谓量子电脑讲说零等于一。Okay, so when they say like quantum physics, okay, we got the binary zero and one. Yeah. It's like this energy and our material is like can changeable. It's neutral. Yeah, interchangeable. 零为什么能等于一呢？在量子就可以等于一。Okay. 比如说分身和你一体合一叫做等于。Okay. In quantum physics, there's a theory say we got zero, got a one, but how can zero and one become equal? Right. Yeah, because now, Ben Zhun starts to show your function, your the other spiritual body and your flesh body can become same, just like you say, interchangeable. Yeah, 合一现象，所谓合一现象 yeah, 就是这个零 combine together combination to become one. Yes. 所谓的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讲意思。Okay, so when your mind got enlightened, so the life is like revived. Your inside your soul got revived, so it like can live forever. Okay. Yes. 现在量子理论哦，在研究，只看到一个诺里，看到了就新天物质一大堆理论就出来了。怎么心念可以成为？想到肉离就成肉离。Okay. 量子科学家现在在研究这个，我们现在是家常电话在研、okay. 啊。Okay, now when they say now quantum physics, they are do some research about okay when one participant saw a avocado,、uh-huh. and you can see a lot of avocado and you can test the avocado. Now what Ben Zhun like practice to these members just similar to this and.We can achieve. Yes. 而这些所有的内容，今天你听到的这个内容，就是所谓实相。实相就是爱因斯坦跟泰戈尔在探讨的主题，叫实相， okay. 也就是现在量子力学要探讨的实相。Okay. All the content today is like we call in the modern science we call it reality.Yeah, it's like Einstein. Yeah,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is reality. Yeah, so all of this is reality. Yeah. Yes, and it's more real than reality. Oh yeah, 他说比实相，他说比那个科学定义的 reality 更真实。他这样讲的。更真实，因为看得更低吗？嗯。Can you also see yourself? 比如说 ，today when Ben Zhun talk to someone, can you yes, also see yourself? Yes. 有他。你讲有一个理论，量子一个理论足重要。A 到 B 不用空间，实际上的特色就是没有时间， okay. 没有空间。OK， 好，本尊说 A 到 B、okay. 就不用谈空间， also, 直接到 B。From A to B, there's no space. You just transcend the concept of space. Yes. So it's all about this. So when 本尊 say you can see yourself, you can see people in their Singapore's house. That's it's transcend. Right. That's right. Yeah, it's also contained in the quantum physics.所以就是刚才所讲的零等于一。哦、oh, ，So， 本尊 say quantum physics they got a conclusion zero can equals to can one yeah yeah。比如说现在他的分身，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哦，站在他家门口。Okay, for example, can you also see yourself in your front door? Stand on your front door. 直接看得到吗 yes, ？Yes, yes, 可以看到啊。Yeah.Yes. 那个你就是你现在这个你。That one, that yourself is now yourself as well. It's equal. Okay. Yes. 你摸你的墙壁，门口的墙壁，你这里也摸得到。Can you touch the wall? Yeah. 就在这里也可以摸得到。Yes. Yes. 好像在你家。本尊他说 parallel universe， 他说这是平行宇宙。他说 parallel universe 平行宇宙。他说他平行宇宙。平行宇宙对。That's the way I understand what he's saying.哦、oh, ，所以他说他懂平行宇宙，所以他听得懂本尊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宇宙有多重宇宙嘛？像你的分身现在站在虚空 ，OK， you can see 虚空平行宇宙了 ，become standing on the sky。另外一个宇宙重叠，你没有看见，你的分身现在站在虚空 ，OK， the other yourself on the sky， 很清楚 ，also in different dimension。Yes. Different universe, so、yes. this is called parallel universe. That's right. 有看到吗？有。然后他伸手来拍你的背部 ，OK， 很高的地方拍你的背部。That is we call 分身。拍你背部，你都觉得。Yourself is we call 分身。
her hand just 都很清楚，或者和他握手，或者和他握手，和他握手也可以。但是他上面伸过来，你和他握手。So reach out. Yeah, reach out. Can you 握得到吗？哎 ，Can you touch the feeling of the hand? Yes. Yes. 他说有，他有感觉，因为他就是你。Oh, because it is you. Yeah, that is you. You are that. Yeah. 没有空间， no、也没有时间。No time. There's no space. 瞬间就到达。Yeah. Right away, you go there. Yeah, immediately. 刚不止你家，到任何一个山河大地时空，现在到月球好了， okay. 你想象中的月亮。You can imagine the moon. 现在是白天。The moon, the moon. 不大清楚。Yeah. The moon. Now you can be on the moon. Stand on the moon. 月亮现在是白天。Now the moon. You.Even now it's the daytime, moon is not clear, but you can still stand on the moon. 你看到你站在月亮上。Can you see? 阿姆斯壮的脚印。Armstrong's footprint. Armstrong and me. 他说有看到阿姆斯壮跟他。阿姆斯壮的脚印都看到了。Yeah. 你当场看到月球，看到地球的你。Okay. 你从那边可以看到地球的你。好。You can have the other vision.From you are now standing on the moon, and you can have the vision to look through into now you are in Taiwan. Here you can see here. You can see yourself here. Yes, 还有，这就是所谓零等于一，没有空间，没有时间， okay, no、space, 瞬间到达， no、time, yeah, 瞬间穿越， yeah, yeah. Simultaneous. Yeah, 瞬间穿越， yeah, yeah, yeah. 同步，他讲同步，同步进行，同步的，在这宇宙中可以这样这种变化。哦、所以可以展现非常广大的这种世界出来。So、now you can practice every really wide, really good world, really good place.、No? 像你的分身，比如说，它超越物质、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就在这里面的。Okay. Now you can see 进入墙壁了。Because your 分身 is transcend the space and material, so you can see yourself just in the wall, right there. 你呀、啊，你站在里面的 yeah, yeah, yeah. in the wall.、Yeah.Yeah, yeah, yeah. 你的分身站在里面。Yeah, yeah, yeah.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他说他看到他的分身是走过去，走进去。走过去，你的分身走过去。哎，这就是超越物质。Transcend the material. 超越物质，所以常常在我的照片看到长城，你用长城出现。Okay. 大陆的长城。So, 本尊 this picture has a lot of.Great Wall. Do you know the Great Wall? Yes. Yeah, in China now the Great Wall. 现在直接看过台湾海峡分解动作，台湾海峡，然后看到长城。You can see the Great Wall now. In your mind region, you can see the Great Wall. 我看到长城的。Can you see it now? 哦，有有有，他说。然后我把长城拉过来这边， okay. 靠近你。We can also shift the Great Wall, move it. 长城移过来了。To in front. 然后你靠在墙壁的墙壁上。Yeah,长城很硬，穿过这里，摸到了墙壁很硬。You can touch the stone wall of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Yeah, it's rough. 长城有没有进来 ？The surface is rough. 长城，哎，哎呀，就可以转换，可以转换。Yeah, you can change. Like interchange. This is called interchange. Yeah. 同样道理，你家的门口，他家的门口也移到你前面来。Can also come back. Can go here. Your front door. 然后你开。你握你家门口的墙壁或门 ，open touch 的哦，这个就时间空间都可以转换 ，OK， 哦，这个能量的转换 ，energy can interchange， 因为这种能量本身就是超越物质 ，OK， 超越生死 ，transcend 超越时空 ，life， 哦 ，day and life， 未来要研究的科学，未来要研究的，我们先把它实现出来。Now we already achieve this， yeah， yes， 哦。谢谢。哎，看了大日天龙舞了啊！他就说谢谢。哦，谢谢。漩涡光看好不 ？OK， 然后本尊，after the 漩涡光 ，the spiral light now show up. Can you see？ 哎，这个，这个漩涡光啊，哦，对。啊，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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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几部呢？日本出版。Spiral light just go out from the picture now.这个、no. 看到这个吗 ？Can you see it？ 在转。Now it's like spinning. Oh yeah, yeah. It's 它正在转。然后你在里面，在里面变成真实的。Now you can see yourself inside the spiral. Yeah, the spiral line. 然后进入时空就靠这个。Now this is like a tunnel. You can go to the go to the tunnel. 然后进入任何时空。
进入任何时空。Okay. This tunnel can go to any space and time. It's like a time travel that tunnel. Yeah. Oh my God. And, yeah. Thank you. 然后进入时空以后，这个天光光会保护你稳定。You will have this like a quang light. The upper is like a quang. This quang light can protect you, protect your consciousness. 比如说你现在在天空上，天空光在上面。Okay. Again, this quang light is now on the sky. Can you see? 在你身，浑身在那。Okay.Yourself is on the sky, standing on the sky, and this quang light is like a cover. Yeah, a cover. 对。还有这个漩涡光跟着它。Also, the spiral light, just like the picture. 它可以带入任何时间空间。It can bring you to any space and time. Everywhere. Yeah. 所以今天这两个光，宇宙光也就跟着你回去，好不好？ Two sort of light will go back with you. 是给你。Back to your country, 本尊 give it to you. 因为你那么哦，向道 yeah, 向道心。You take such a long time to come here. 你随时想都有，你等下动，随时想都会出现在你周围。Anytime, if you want to see it, it will appear, and you can use it go to any space and time. 它会带来你生命的惊奇。Okay, it will give you a lot of amazing things, miracles of your life. 嗯，会创造奇迹，而且不会有害处。百益无一害。Okay, this is only good things, only merits. There's no harm. Yeah. 因为它没有时间空间，因为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所以超越生死。Okay, because this can transcend the space, can transcend the time, so it can transcend your death or life. Yeah, so you can beyond death and life now. Yeah.实现宗教的生命永恒。Okay, now maybe you are not aware, but you already achieved the final goal of all the religions, eternity. Eternal life, yeah. This is all the purpose of every religion. If you have this, you already achieved. 就这两个陪伴他一起 okay, 永恒在一起。Go with you forever. 所以。你今天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得到永恒。Okay, but they say you come here, you didn't get a lot, didn't get anything, but you get forever, get eternity. Yes, that's true. It's true. It's true.、Yeah. But they say it's true. Yes, of course. It's true. 但是这是。Okay. 阿贝吹气哦，来。我即个吹气了，恁无眼光诶，啊，就恁厝要创啥，要照这，绝对拢有。别个黑白讲话哈，啊，有诶，搁徛起来袂要紧，拢会有。即个吹了，即个恁主人要要求诶，今日拢有。主人有眼光，照见主人，袂要紧。来哦，新加坡吼，啊，无用着拢会有啊，你也去啥？想蛮故意做，要真的有力量进去才算，你无哦，来，哦，有较慢一算啦，哦 ，OK， 哎，会使，拢有啊，拢有啊，大家拢有啊，拢我有看到。